今夏，皆明渊之修同。夜长庚之非少，载日月之太长。七招摇与玄翼，助往始于天狼。羽毛分其标右，阳金亨而迁玉香。屯田车于平原，波同途于高冈，瞻快搀其如林，错五色以吃光。清分哀扫也。场是六师，搜喜良。司徒乐促，司马平行，车公马同，脚达界通。伐旧谷，壮华中，列徒纵，复真从。挥化获益，别物纷纷，骚扰玉皇，往来交喘，纷纷回回，南北东西。风行云转，凶身隐轰，黄尘薄稳，暗若雾昏。日月为之龙光，列宿为之异昧，票脚客财，尽涌尘气。狗马绝逐。PG 1593。因瞻近至，萧其旁左，轻车横立，相与陆梁，玉皇于中原。卷坤稿，聪特坚，斗丸低，为界仙，散毛足，故与鱼。然后飞蝉电击，流矢与坠，各指所执，不其俱意，窜浮扔轮，发作无皮。对书狂疾，头陷颅碎，受不得串，情不得撇。或疑游未书，颠沛顿至，软软盈盈，冲渠赛碎，趴滑步，不可胜计。祝阳朔，十月朔也。疏漏未雕漏也。周迁于福杂记曰：玉露，众星号，叫星号星号，露星号也。金露玉露，形制如一。六驾六马也。续汉志曰：天子无禄，驾六马。素显马名。左传云：唐成功有两素显马。周礼曰：马高八尺曰龙。礼记曰：孟冬陈玄禄驾铁犁。今此意，顺东气而陈玄也。郭璞著而雅云：红霜出色先胜者为雄。左传云：武师体以惊吓。杜预著云：惊吓，大惊也。皆举也，因渠列反。礼记曰：前有尘埃，则载明渊。渊吃也，因缘明则讽动，故化之于旌旗以后哀尘也。同者其之干也，因直将反。助长庚及太白星，少阴所交反，及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长，天子所见大旗也，化之日月。周礼云：日月为长。招摇、玄翼、天狼，并星名也。往始，妖星、蛇形有尾目，星号赤。星号星号，翼星号化于旌旗也。注标右，羽毛飞扬往也。标阴必有反，右阴阳就反。采雍读断曰：金亨者，马冠也，高广各四寸，在马前。亨阴无犯反，亦因子宫反。香马代以御示之，阴香。注诗小雅曰：我车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突袭其痛也。快易沾也，因骨会反。左传曰：快动而骨搀，因所经反，与森自同。 PG 1594。注野场未除其草来，令得驱驰也。左传曰：天子六军喜良，马之善者。注周礼曰：
司徒若将有军旅，会同田邑之界，则守法于司马，以作其息。又曰：司马受田，以今为左右合之门，前后有屯百步，有司寻其前后。正著云：振其士之行列。师小雅曰：我车既公，我马既同。毛长著曰：公兼也，同其也，戎士其力上强也，田猎其足上极也。著旧鼓，大鼓也，因公刀反。周礼，鼓长旬有四尺。著化因呼或反，并兵士冒。著身因苦盖反，轰因火红反，并身也。稳因乌董反。著票教永节，票因匹妙反。著卷细也，与卷通，因公犬反。坤稿野马也。尔雅曰：坤稿骈，善伸眼。坤因坤，聪游壮也。杨雄方言曰：吾楚之贤，或为毛为聪。因楚将反，韩失其锋曰：并驱从两间兮。薛君传曰：受三岁曰坚，斗景也，谓中齐景也。斗因斗，完堤也，阳也。陈贤案自书作还因虎官反与完通，故诸家并古库反。按自书故从守，及古文角字为角扰也。著禅毛也，因婆言反。周礼曰：王公以受设甲革，甚直者。正著云：直正也，正因真，仍因人正反。身类曰：仍催也，言为伦所催也。吾之吾也，因吾未知者车也。皮车轴头也，因为为车轴而杀之。著对一书也，因丁外反。卢俄也，因卢串走也，因丑练反。撇是也，骂运因痞力反。书因书。PG 1595。著遗游不行也。楚辞曰：君不行兮遗游。魏书谓未死，软因而掩反。说文曰：动也，盈因四邻反，亦动貌也。若夫至受虫，巨牙前口，大胸少后，运循欧迂，复于一祖，莫敢因欲。乃使正书尽父之徒，魁孤窥刺，裸臣坦替冒者，察机指穷峻谷，抵幽谢，抱赤虎，搏狂似玉雄，驱风息。或轻鸟敲汉，搜书搂领，范立松鸾，林桥松，吕修蛮，戳寻吃鸟标端，尾仓位，几玄州，木产尽，玉蜀丹，喊往何不曾一同取，类行并驱，新部隶属，曹武相保，各有分局。曾盘飞流，嵌罗落木，游至于今，沉浮被坐，灰然云起，扎耳薄落。著尔雅曰：薄如马，巨牙石虎豹，前黑夜。周礼考公记曰：大凶要后，有力而不能走。郑玄著曰：要读曰少，少小也，因稍运循并行貌也，运因于粉反。孟子曰：有兮逐虎，虎复于莫之感因，因破也，欲汉也。
著正书，正庄公弟太叔段也，师正风曰：“太叔于田，乘陈马，战替豹虎，陷于公所。”孟子曰：“晋人有逢父者，善搏虎，攘臂下车，悉皆悦之。魁礼也，孤独也，未挺身刺首，亏亦刺也，因苦归返。”而雅曰：“坦替肉坦也。”孟子曰：“坦替裸臣于我侧。”说文曰：“臣心好，坦心好，心好裸心好也。”其自从一。著而雅曰：“山桑也，因亦染反。察浊也，因是雅反。谢为山见也。” PG 1596。仓颉篇曰：“赤大也，亦狂也，因疾夜反。”说文曰：“四四也，牛而青色，曲音节，古自通。风大也，昔至也，须起反。著秒清洁也，因出稍反。敲因秋招反。”说文曰：“敲行清茂，搜书由搜索也，搜因所由反。”自林曰：“楼山巅也，因立于反。”而雅曰：“山大而高曰松，山小而高锐曰峦。”蛮因莫寒反。戳跳也，因叫反。寻因寻，未尝之也。秒因王小反，标因必摇反，并木末也。未因以道反。而雅曰：“未仰鼻而长尾。”郭璞注曰：“似显猴而大，黄黑色，尾长数尺，末有两鳍，羽则自旋于树，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于建平人呼之音，相赠夷之夷也。又因于旧反，皆土俗轻重不同耳。己因居以反。”说文曰：“偏隐一足也，木产为潮栖之类也，玉属为穴居之属也，著罕亦往也。”相如上林赋曰：“载云罕。”续汉志曰：“将军有部，部下有区，曾于往也，因曾亦矫射也，分因弗问反。助曾亦使也，盘与盘同，因不合反，又不作反。”说文曰：“以食者一角也，落木张落茂也，木与木通，灰非也，因灰杂因素洽反。”广雅曰：“杂与也，言鸟中角如薄之落，尔乃观高岛，改成回圆，素辉方，俯逢仪，侧巨芒，超荒乎，出重阳，立云汉，横天皇，岛鬼区，进神场，照灵宝，照芳香，驱利益，走玉祥，稍往两浮游光，加天狗，增焚阳，然后缓结殊荣，陪回安部，降级波玉，穿横泽鱼，始于陈谷，资非肃杀，田开谷谷，挥钟馗，阳官府，堪众。” PG 1597。兵波折户，侧前陵，种戒旅，逆列湍濑，奔薄焚饶，轮灭谭渊，左窃夔龙，右提焦陀，春献王伟，下见鳖猿，于是流览媚照，单变吉泰，上下就近，山谷萧条，原野辽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渔人执经，猎者所惧，车弊田坝，旋入境右。七乎昭明之官，修习乎高光之谢，以临乎红池。正以摇台，唇以金滴，树以蒲柳，背以绿纱，网样沆莽，错枕盘尾。天地洪动，故无端崖，大明升东，月朔西悲。乃命胡捉屈水谷，逐网吃灭短胡及金泥，然后方于黄连琼州。张云帆失泥愁，迷思风，林训流发照歌，纵水鸥迎鱼出。失蔡福香林下，汉女游水情红湖，鸳鸯鸥翼枪瓜卢翼鹿燕辟梯，乃安思请集合其牙防于千边眼里长缩，乐我纯德腾涌相随，虽临爪之百鸟梦惊之月余，方思灭矣。然有勇歌于凌霄，载臣于方策，岂不哀哉？著远也，因名小凡田猎祭罢，故改成回原也。左传曰：改成原而北之，宿上也，辉大也，逢夷河伯也，巨芒东方之神也，荒乎悠远也，重阳天也，云罕天河也，天皇星也，祝灵宝神屋也。楚辞九歌曰：思灵宝兮闲夸周礼，方乡市长直歌杨顺，率百吏以驱矣。洪范五行传曰：禹舍人生于南岳，谓之短胡。师从于书曰：一名舍井如三足，今俗谓之水弩也。著烧因所交反。郑玄著周礼曰：烧楚也。国语曰：木石之怪曰魁，往两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明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财曾系也，因袭猎反汾阳，土之怪其形似羊。见家语 PG 1598。著播玉池玉也。前书音译曰：玉在池中作事，可用七鸟入则捕之。又曰：折竹以绳绵连，竟欲使人不得往来也。周礼川横长川则之禁令，则于长国则之政令也。左传曰：鲁隐公始于鱼塘，始义臣也。国语曰：鲁宣公下滥于四川，李革断其而之曰：古者大韩将水鱼，于是登川秦而长之于庙，行诸国助宣器也。今于方运又行贪无义也。公曰：吾之过也。因语助因也，助资非及次非也。吕氏春秋曰：今人次非，涉江中流，两交绕其船，次非拔富江，次交杀之。鲁莲子曰：古善愚者速杀取子，始于山侧，虽食速杀子，不得于焉。速杀非暗愚愚道也，彼山者非愚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孙捷田开墙，古冶子是景公以勇。晏子劝景公愧之二逃，曰：季公而食之。公孙捷心好，曰：捷心好持损而在薄如虎，若捷之功
可以食桃。田开强曰：“吾仗兵而御三军者在，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常济河，原衔左参以入砥柱之流，无逆而百步顺流九里的源头，鹤跃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弃岭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独身不仁矣。”弃岭而死。故与冶通，挥亦挥也。广雅曰：“中魁追也，官府府名也，堪除也，种由寻也，借为灵虫之属也，履息也。助奔阴仆更反，饶奴教反，并入水网也，沦灭为梅鱼水中也，驼鹰尾沾属也。大者为王尾，小者为书尾。”礼记季春之月，天子使陈州见尾于秦庙。季夏之月，令于师取原也。PG 1599。著浏览为周流观览也。周礼曰：“直于今以属秦。”朕著曰：“直由数也。”田上数骑，令或者皆至其秦也。又曰：“车弼陷秦以响。”月著曰：“车弼，车直也。”辽因利就反，巧因期就反，亦萧条往也。著弘大也，著淳元也，因之引反。仆亦柳也，往因胡广反，仰因仰沆因胡朗反，莽因莽并水往也。错枕交结也，枕因之任反，尾因于为反，洪洞相连也，洪因胡共反，朔深也。礼记曰：“大明深于东，月深于西。”正注曰：“大明日也，沿池水广大，日月出于其中也。”著周礼，胡捉士长除水谷，捉因丁角反，谷因公户反，往未往两也。蚩龙星号也，星号星号属星号，短胡及玉也，即因期亦反。说文曰：“次也。”周礼人长以时及于归甚。正熙著云：“即未以杖刺泥中博取之，著方由病也。余黄无知传名也。”见左传：“穷小周也，因渠公反。”淮南子曰：“月穷蜀亭，不能无水而浮。”翻音凡愁仗也，因直有反。思疾风也，因处疑也。五帝秋风词曰：“箫鼓鸣兮发棹歌。”刘向列女传曰：“今更之女中，刘奏何姬之歌。”韩诗外传曰：“户八鼓琴，盈于初听。”淮南子曰：“上有从师，下有弗归。”论语曰：“臧文仲居蔡主云，归出蔡的，故以为名也。”香菱顺妃逆于香水，为香夫人也。见楚辞：“汉女汉水之神星号，女星号。”诗云：“汉有有女。”PG 1600。著鸳鸯匹鸟也，鸥白鸥也，亦腐鼠也。而雅曰：“羌迷瓜，今谓之瓜鹿也。”瓜因阔，卢卢肘也。
阳服矣。物质云，能媒于生水，取鱼而食之，不生卵而运除鱼池则咸。既胎而幼土生，多者生八九，少生五六，相连而出，若思绪焉。水鸟而巢高树之上，翼白翼也，鹿白鹿也。辟阴不立反，梯阴梯。杨雄方言曰：星号白，星号星号也，星号浮也，甚小，好没水中。高可以迎刀剑，请素也。诗曰：乃安思请牙，水兵也。著于阴序，四防而若林。迁阴徐陵反，口在汉下，大者长七八尺。边阴卑连反，防之类也。眼阴焰，今眼而白于星号里。星号星号也，星号长阴长。诗从于书曰：金黄甲鱼也。缩阴沙，或作沙。郭义公广志曰：吹沙鱼，带如指，沙中行。诗大雅曰：王在灵爪，鱼任鱼跃。郑玄注云：灵爪之水，鱼盈满其中也，皆以跳跃。又曰：百鸟赫赫，赫肥则也，赫因学言并得其所也。尚书中后曰：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鱼王舟中也。祝林乐观也。诗国风序曰：未知贤者，是于灵观。礼记曰：文武之道，不在方策。又曰：百名以上，书之于策，不满百名，书之于方。正注云：方板也。于是宗庙既响，庖厨既充，车徒既简，器械既工。然后百声班琴，迂次靠弓，鱼狮蝶舞，博啸千重，山雷长满，房阻屋空。九正暗对，善夫巡行，轻劳车凑，凡至其将，鼓骇举绝，钟鸣既伤。若乃扬阿衰匪之进志，产华语之难音。所以动荡胸臆，发明耳目，疏越运序，骇动底伏，惶惶锵锵。奏于农交大陆之渠，与百姓乐之。是以明德耀乎中下，威灵畅乎四荒。东临浮巨海而入响，西履月威岭而来望，南角阴九。PG 1601。义而至贡，硕敌属相虚而来同。盖安不妄为，志不妄乱，道在乎兹。思故帝王之所以要神武而折侠冲者也。著礼记曰：天子遂三田，一为干斗，二为宾客，三为充军之袍。著广雅曰：百开也，自书百亦百字也，因补买反。班固西都赋曰：至乎百声，班不也，迂与欲同。左传曰：家止则欲次靠老也。山雷化为山文。礼记曰：山雷夏后氏之尊也。又曰：周以防祖。郑玄注云：防卫足下夫也，有似于唐防矣。著周礼、九正、中士，辨五奇之名，三九之物。善夫上士，长王之时引善修。说文曰：劳之子九也。大雅曰：或繁或至，将行也，既静也。流俗本，绝自作。
绝迹自作迹皆物也。著淮南子曰：歌采苓，发扬阿。礼记曰：贪邪慢，一之因作而人康乐。贺官子曰：南方万物华与焉，故以调与也。著曰：散也，运蓄犹积聚也。蓄与触通，动因动，底伏犹至伏也。吕氏春秋曰：其因康氏之始，因多制伏战机，故作为武以宣导之。此言作乐，亦以疏散制伏之象。著黄黄腔腔，中古之声也。黄音广，腔音侧根反。孟子谓其心好，宣心好王曰：今王与百姓同其乐，则忘矣。农郊田野也，著入想未来著记也。孔安国著尚书曰：昔旅昔容远国也，威岭昔玉山也。昔何旧事曰：岭上多威，因以名焉，角塞之道也。九义为九众一语而通中国也。尚书大传 PG 1602曰：周成王时，越常侍从九义而共白至，硕狄北狄也。周礼相须长蛮夷戎狄之国，使传王之言而欲说焉，以何亲之？正著云：通夷狄之言者曰相须，其有才智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季，南方曰相，西方曰狄狄，北方曰乙。此官正为相者，周时有南越众议来贡献，是以明通言语之官为相须。须因须。著晏子春秋曰：晋平公欲攻齐，使范昭观焉。晋公商之，范昭曰：愿请君之酌。晋公曰：诺。范昭以饮，晏子命撤尊更之。范昭归，以报晋平公曰：其未可伐也，吾欲免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闻之曰：岂于尊祖之贤而折冲千里之外？方今大汉收功于道德之灵，致祸于仁义之渊，忽搜狩之礼，却盘于之殿。暗昧不应日月之光，龙昏不闻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为日久矣。一方将堪镜台之秘藏，发天府之官长，由执要之故业，绿典型之旧章，采清源，加其阳，登俊杰，命贤良，举焉至拔幽荒，察银齿之华玉，故借特之时功，聘犬母之余雅，宗仲渊之乾隆，乃处金山叟，立司何泽，木喜鼎祖，耳听康渠，迎复说于须弥，求衣隐于袍橱，所交立于余言，听宁栖于大车，彼之昌言而弘毅，亦悦三家，驰骋无地，西览修祥，总括于瑞，遂栖凤凰于高吴，宿麒麟于西园，纳交角之真语，受王母之白环，永逍遥乎宇内，与二仪乎吴江，二造化于后土，参神师于浩干，超特达而无仇，患巍巍而无缘，封千亿之子孙，立万载而永延。礼乐既阙，北元反沛，至自星辰，背衣阙反落金。 PG 1603注盘乐也，与与于同。著周礼八法，四曰官常，以听官礼，
天府长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察于吏之礼。左传云：晋赵盾为国，朕由直要。杜预注曰：由用也，直要弃劝也，堪因苦寒反。注清源：得在河东闻喜县北。左传曰：晋搜于清源，作五军。右楚交举曰：周武有孟津之士，臣有祁阳之搜。礼记月令，孟夏命太尉暂节郡，遂贤良。左传楚平王节兼特举焉制。杜预注云：焉制有才德而位者也。注华玉：须玉也。介特谓孤介特立也。犬母未隐于陇母之中也。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演于雅。因亦云：谓大雅，小雅之人也。乾隆：欲贤人隐也。注喜：是也，因所借反。鼎足谓伊尹赋鼎以干汤也。末子曰：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康渠谓宁戚也。说愿曰：宁戚犯牛于康渠，即车服而割硕数。父说待须弥行人住于父言之也。高宗孟得之。孟子曰：交立举于于言也。注彼始也。昌当也。弘大也。前书杨雄曰：弘言崇义，义过也。三家三皇也。注韩诗外传曰：皇帝时奉皇指帝东原，及帝梧桐时，帝竹时。尚书中侯曰：皇帝时麒麟在原。帝王祭曰：尧时乔角士来贡梅雨。西王母穆顺之德来献白环也。注论语孔子曰：尧之为君，患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注诗大雅曰：天息百禄，子孙千亿也。注阙止也，因苦血反。新城县属河南郡，今伊阙县。 PG 1604。宋奏武邓氏至于东关，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何归。太后闻之怒，为荣修薄诏除，欲释州郡，遂令禁锢之。祝荣吉云：时兄抗子在荣舍勿顾，荣因是自何而归？祝荣吉云：时左将奏荣星号，道星号星号遭星号兄子丧，自何而归？礼属当免官。至曰：荣典校秘书，不推中进节，而修薄诏除，希望御史周俊免官勿罪。禁锢六年矣。太后崩，安帝亲政，召海郎署，复在蒋部。初为和贤王陵长史。时车驾东巡代宗，荣上东巡宋，帝齐齐闻，召拜郎中。及北乡侯即位，荣一并去，为郡公曹。注延光三年，杨嘉二年，召举敦朴城门校尉曾起举荣征议公车对策，拜议郎。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转武都太守。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争之，而积久不进。荣知其将败，上书起自所曰：今杂种诸羌转乡抄道，宜及其未病，即遣深入破其之党，而马贤等处处留置羌胡百里望臣
千里听声，今逃匿必回，露出其后，则必亲叩三府，为民大骇。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采甲部队之号，尽力律立埋根行守，以先立事，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习学义，不更武职，伪臣此言，必受诬枉之辜。习毛遂思养为息所吃，终以一言克定从要。臣据贤等专守一城，严攻于西，而羌出于东，且其将士必有高克溃叛之变，朝廷不能用。又臣新备参，必参西方之粟，必为边兵，至于分野，并 PG 1605。周氏也，西戎北敌，待将起乎？一备二方，寻而陇西羌反，乌桓寇上郡，皆促如戎言。著续汉书曰：戎对策于北攻端门，著埋根言不退。著毛遂召平原君赵胜客也，居门下三年，时平原将雨，楚何从以毛遂备二十人数，其十九人相与笑之，彼至楚，毛遂果按与楚定从，楚立发兵救赵。事见史记。思养见人也，著左传曰：正史高克律师赐于和尚，久而不召，失愧而归，高克奔城，著参在身，为晋分并州之地三千，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先是戎有事五大将军梁冀止，冀讽有司奏戎在郡贪浊，免官，昆喜朔方，自赐不书，得赦还。复拜一郎，众在东关住宿，以病去官。戎才高博洽，为事通儒，教养诸身，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镇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身任性，不拘儒者。直节，居与气服，多存耻事。常坐高堂，师将杀仗，前受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先有入其事者。常欲训左氏春秋。即见贾逵，镇西柱，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镇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无贺家焉。但这三传一同说。著《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着赋》《颂》《碑》《垒》《书》《记》《表》《奏》七言、秦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初，戎臣于邓氏，不敢复为武一家，遂为梁冀草奏礼固。又作大将军西地颂，以此颇为正直所修。年八十八，延熙九年。PG 1606。卒于家，遗令薄葬。族孙日低，献帝时谓至太傅。著三府绝录著，日低字翁书。论曰：马戎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贤，将有益于居征乎？继而修屈士之节，习不资之屈，终以奢乐自信，党复成积。故知士能匡裕者先矣。夫士苦，则精权之情薄，身厚故安存之虑深。登高不惧者，须弥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归于所安而已矣。物我一观，亦更相效也。
助陇汉之贤未克于汉阳时，一屯卦出九曰：盘桓立居。真。注庄子曰：趋势不可与于道者，术于教也。注实，信也。匡，正也。注老子曰：人之亲死者，以其求生。生之后也，是以亲死。注前书音义曰：虚，相也。靡，随也。未相随受行之。人也。庄子曰：虚靡登高心好也，心好不惧，以死生也。此为金泉之情宝也。注前书错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为安存之虑生也。 PG 1607。 后汉书卷60下，蔡邕列传第50下。蔡邕字伯阶，陈留与人也。六世祖勋，好黄老，平地时为梅岭王莽初，授以艳容连律。勋对应受仰天叹曰：吾策名汉室，死归其政。昔曾子不受季孙之赐，况可是二姓哉？遂携将家属逃入深山，与鲍宣、卓茂等同不事心事。妇人亦有清白行，是曰真定公。注语：县，故城在今汴州城留县东南。注谢陈书曰：勋字君言。注王莽改陇西郡曰燕荣郡，守曰连律。注李记曰：岑子有疾。童子曰：华而缓，大夫之责。于岑子曰：然，思季孙之次也，我未之能易也。原其意，则岑元曰：幸而至于旦，请进一之。岑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孤习。吾何求哉？吾得正而必焉，斯已矣。举福而益之，反习未安而梅言，虽临死不失正道也。注雍祖协碑云：协字叔夜，有周之胄，习蔡叔梅臣。王命其子仲使见诸侯之位，以国事信，君其后也。君曾祖父勋哀帝时，以孝廉为长安台长。及君之身，曾修觉得顺帝时以思空高帝迁新蔡长，年79卒。长子伦，字伯直，处俗孤党。 PG 1608。 不谐于时，垂意华法，人觉不深，年53卒。是法曰：清白守节曰真，纯行不差曰定。雍性笃孝，母常治病三年，雍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经带。不请妹者七旬。母促如于一侧，动静以理。有兔训扰其事傍。又目生连理，远近其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才，相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词章，述述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时，中常侍徐晃、左冠等五侯善字，文雍善古琴。遂白天子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雍不得已，行道偃师，称疾而归，闲居万古，不交当世。感东方星号，朔星号克南极杨雄班固崔因之徒设疑以自通，即斟酌于言，委其事而矫其非，左是会以借力云耳。
祝杨雄作解朝，班固作踏兵系，崔英作答止。祝伟义士也。有物事公子会于华颠胡老曰：“盖闻圣人之大宝曰位，故以人守位，以才聚人。然则有位思贵，有才思富，行义达道，是之思也。故依至有富鼎之炫，仲尼射执鞭之言，宁子有轻伤之歌，百里有换牛之事。夫如是，则圣哲之通去，古人之明智也。夫子身青木之士，秉纯和之灵，谈思典籍，运读六经，安平乐见，与世无盈，审经众渊，抗智高明，包括无外，宗息无形，其以久矣。曾不能拔萃出鱼，扬芳飞文，登天庭，续遗伦，扫六合之晦特，清宇宙之哀沉，连光芒于白日，数言气于景云，时事岁暮，默而无闻。小字或焉，是以有云：方今圣上宽明，辅必贤之，重阴一尾，不坠于的，得弘者见宰相。 PG 1600。而列土才现者何荣禄而蒙赐，何意回途要至，免养取荣，即当世之力，定不拔之功，荣家宗于此时宜不灭之令宗。夫独谓之思邪，何为守彼而不通此？柱颠鼎也，华鼎为白首也。新续齐宣王对闾丘养曰：是亦华法堕颠而后可用耳。左传宋司马子瑜曰：虽及狐狗，或及取之。杜预注曰：狐狗，元老之称。注意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才也。注志一隐名也。史记曰：一隐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身应臣，复鼎祖以资位说汤，至于王道。炫字梅炫也。论语孔子曰：行义以达其道。又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无以为之。周礼狄郎士下士八人，执鞭以辟道也。著淮南子曰：宁戚欲干其桓公，穷困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车以示于齐，木宿于郭门，犯牛车下，望见桓公，乃及牛角而心号，即心号商歌。桓公闻之曰：义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三骑即载其歌。曰：南山干，白石烂，身不遭摇与顺缠，短不单衣是志干。从昏犯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淡？公悦之，以为大夫。干阴暗，干阴户见反，百里奚于大夫也。史记赵良曰：百里奚自喻于秦，一贺食牛，千年而后牧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说文曰：患养也。注孟子曰：若仲尼者，拔乎其萃，出乎其类。注瑞应图曰：景云者，太平之应也，亦曰庆云也。注献因以战反，本或作美。注回屈也，要因亦摇反。言履之道，则不能有所至也。 PG 1610。注宜犹留也。注彼未平见，此未荣禄。胡老采然而笑曰：若公子，
所谓因暧昧之利而妄招折之害，专必成之功而呼搓跌之败者矣。公子素耳敛昧而心曰：胡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将是汝习自泰，即君臣时机，有西皇之鸿宁，唐虞之治时，三代之隆，亦有积息，五伯弗为秦而辅之，于斯以降天网纵，人鸿驰，王图坏，太极久，君臣土崩，上下瓦解。于是智者谄诈，辩者持说，武夫奋略，战士蒋锐，电骇风驰，雾散云披，变诈乖诡，以何时宜？或化一策而挽万金，或谈重朝而息锐归。连横者六应磊落，何从者偏阻流离。龙贵息息，肌腹无涯，巨巧倒机，以忘其为。夫华离地而尾，调去干而枯，女也容而盈，是背道而孤。人毁其满，神极其邪，利端始萌，害见一牙。素素方骨，夭夭世家，欲封其屋，乃不其家。是故天地否必，慎折前行，石门守成，举逆偶根，言处抱朴，渠愿保身，其人归乐。孔子思真庸，渠参臣，事而宜亲。夫其采主而背国乎？道不可以亲也。著素然，西敛之往，因所六反，著居犹作也。是解也。著大吉，天地之始也。亦曰：亦有太极，是身两仪。著鸿，大也。著贾逵，著国语曰：小崩曰久。著淮南子曰：武王伐纣，左操黄钺，右执白毛而挥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著将喜也。PG 1611。著战国策曰：秦昭王见顿若，顿若曰：韩，天下之侯晏也，魏，天下之兄亦也。王资成万金而游之，天下可图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北游燕、赵，而杀李牧。齐王入朝，四国必从，顿子说之也。使季曰：于卿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亿，再见赐白璧一双。著连横为张仪，何从为苏秦，并配六国之印。骈病也，祖寿也，琉璃光彩网也。著诗小雅曰：素素方骨，夭夭世毛长。著云：素素漏也。郑玄著云：骨露也。言鄙陋小人，将贵而得禄也。夭杀也，破之也。韩诗亦同。此作骨者，盖为小人成宠，方骨而行，方由病也。著一封卦上六曰：封其屋，不其家。王弼著云：不复也，屋后复暗之甚也，不应不。著一文言曰：天地弼，贤人隐。著论语曰：子路宿于石门。陈门曰：昔自子路曰：自孔氏。郑玄著云：石门，鲁城外门也。陈门主陈夜开闭者。又曰：常举节逆偶而根，并隐遁人也。著战国策齐宣王谓言处曰：
愿先生与寡人游。处辞曰：欲生于山，志则毁焉，非不保也，然师仆不完，是生彼也，选而戮焉，非不贵也，而形神不全。处愿的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跪，清净以自娱，知足以归返于朴，则终身不辱。论语孔子曰：衢薄欲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此为保其身也。著论语曰：其人愧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记曰：颤灵公与夫人同车，患者拥衢参乘。孔子曰：吾未见。 PG 1612。 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颤视曹，宜轻未若轻细之物而去，言恶之甚也。且我闻之，日南至则黄中印，容风动而于上宾，为宾统，则为阴蒙，兼加仓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阴阳待星，运极则化，理乱相成。今大汉少陶唐之宏烈，荡四海之残球，龙隐天之高，拆杠的之机。黄道为荣，地有险不平，只指数类，寒干笋滋，减六合之余品，既之乎雍熙，余辽公己于直思，圣主垂拱乎两营，君臣睦睦，守之以平，岌岌多事，端尾静听。鸿渐迎接，振露冲庭，辟游中山之欲，四兵之时，累归必不为之营。星号叹，星号星号采，星号福庆不为之所囊者，鸿元辟而四御，即武功定而干戈集，显运攘而及浮宴，陈仆节而进凯入，故当其有事也，则缩利并载，换甲扬风，不给于物；当其无事也，则书生缓佩，名誉已不绰有余欲。著月令，仲冬，绿中黄中，荣风更知风也。月令孟春，东风解冻，于上宾。又仲夏之月，绿之蕊宾，唯因为一阴爻生也。诗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而雅曰：蒹，连也；葭，鲁也。著杠阴谷邓反，杠与同。著指指，其往。著端尾，李一也。左传曰：太伯端尾以持周礼。说文曰：近，赤白色也。听，细瘦也，因他丁反。注意曰：鸿渐于陆。鸿，水鸟也。渐出于陆，遇君子是近于朝。诗曰：阵阵陆，陆于下。注云：陆，白鸟也。欲携白之士，于及君之朝也。PG 1613。著《山海经》曰：皇帝取密山之预测，投之中山之阳。尚书曰：四兵福庆。著云：水中见石，可以为庆。言中山多玉，四水多石，玉汉多贤人。所敬也，因所星号革，星号星号落，星号反。注辟开也，因平亦反，未与李洪水而开道之。尚书曰：四玉既宅，玉居也，因于六反。武功定位武王伐纣，诗
周颂曰：“载及干戈。”诗小雅曰：“薄伐险云，至于太原。”及府宴喜，既多受旨。郑玄注曰：“及府既伐险云而归，天子以宴礼乐之也。”左传：“晋与楚战于城濮，楚失败绩，故晋凯乐而归也。”注缩因素何反？诗小雅曰：“何缩何利？”毛常注云：“何皆也。缩所以备与，利所以欲属，患贯也。夫世臣门子，谢玉之族，天龙其户，主封其禄，宝因从容，爵位自从，社虚礼然，于官伟贵，其取尽也，顺清转原，不足以御其变，君循放喜，不足以旷其意。夫心好，夫心好有益，余之才，人人有优善之志。童子不问疑于老臣，同盟不积谋于先生。心恬淡于守高，亦无为于迟盈。灿乎煌煌，莫非华容。明哲伯焉，不失所宁。狂淫震荡，乃乱其情。贪夫徇财，夸者死权。瞻仰此事，体躁心烦。按牵引之所，迷损益之术。逞奴台于修路，慕其继而增屈，卑俯乎外戚之门，岂著乎晋贵之欲？荣显未复，从而颠簸，下获勋虚之孤，高受灭家之诛。前车已覆，习轨而误，曾不见祸，以之畏惧，与为道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举而极之，怨起在民，患身不思，战战兢兢，必胜绝游。 PG 1614。注诗小雅曰：“曾我谢玉。”毛常注云：“谢玉是玉也。”注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和尚公注云：“持满必清，不如止也。”注伯游敬也：“注假亦服鸟腹之文也。”言夸华者必死于权益也。注意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又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直，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贺家焉。”注伯因不北返，邪运因复。注诗小雅曰：“若此无罪，勋虚已扑。勋帅也，虚乡也，扑病也。言此无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并之，是其大胜。”见韩诗前书曰：“使谦勋虚以行。”因亦云：“为相勋真得罪也。”诸邪运因丁助反，助害何也？因何？注诗小雅曰：“为天盖高，不敢不局；为的盖厚，不敢不及。且用之则行，慎训也；舍之则藏，至顺也。夫久何盈？义非义勇所防，代甲百万，非义勇所抗。今子则匹夫以轻宇宙，庸可以水旱而泪摇，汤乎惧咽炎之毁坚，何光芒之感扬哉？且夫的将正而舒心直，景无景则日阴时，元首宽则望舒跳，侯王肃则月侧逆。是以君子推为达者，循端见序，履霜之兵，
见漏之属，实行则行。PG 1615。实指则指，消息迎帖，取诸天际，利用糟态，可与处否乐。天之命，持神任己。于车方奔乎险路，安能与之其贵？思为难而自欲，故在见而不耻。方将逞持乎典籍之穷途，修习乎仁义之渊叟，盘旋乎舟，恐之停雨，一如默而与为友。书之足以光似表，收之则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载之运，应神灵之福，凯昌河成天衢，拥华盖而奉皇叔。那玄策于圣德，宣太平于中区。既何谋从，己之徒也，勋积不利，与之孤也。归凤山翼，屋漏不除，踊跃草来，知见其余。不我知者，将谓之迂。修业思真，弃此焉如。尽以四命，不亦不愚。百岁之后，归乎其居，信其或称天所佑也。罕慢而已，非己咎也。习伯亦宗生于鸟羽，格卢便因于鸣牛，董父受事于幻龙，西仲功德于恒州，坠世新政于巧宫，造父登玉于华流，妃子享土于善宇，郎省取幼于秦求，功父必经于金角，赐妃名勇于富流，受王创基于格武，东方耀姓于谭幽，上官所立于直盖，弘扬巨香于运筹。仆不能参计于若人，故报仆而悠游。著《论语》孔子曰：“用则行，舍则藏，故言慎训也。”著《九合》为河水分为九道，而雅曰：“涂亥、太史、马甲、傅、胡苏、简、斜、勾班、历经，是谓九合也。”著《邪运因苦狼反》，著《烟炎》，烟火之维系者，炎长聚维系以致毁灭。杜预著《左传》曰：“吴楚之贤为火灭为奸，因子连反，言因晏。”著《晏子见伯长谦》，问曰：“习吴见为心绝，书心散的，其动乎？”见《晏子春秋》，因时未不显时也，凡日因时则景无影。 PG 1616。也著《望舒·越也》，尚书大传曰：“会而越见西方，谓九跳；朔而越见东方，谓之侧逆。侧逆则侯王素，跳则侯王舒。”著素即也，书缓也。注意坤文言曰：“履双兼兵制。”更卦曰：“实行则行，实止则止。”风卦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注前书司马相如曰：“由于六义之源，持物乎仁义之徒。”班固曰：“尧父仁义之灵叟也。”注古今注曰：“华盖，皇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也，常有五色云气，金之玉液，因而作华盖。”注归凤遇贤人，屋漏遇暗也。迂曲也。注意晏也。迂变也。注诗敬风也。毛常注云：“居坟墓也。”注为小人妄的称举者，天之所佑，后必遇害也。注罕慢游魔所之文也，非君子之咎也。注伯益及秦之先伯益也，
能与鸟语。见史记。革卢，东夷界国之君也。借革卢聘于鲁，闻牛鸣，曰：是生三息，皆用之矣。问之，如其言。晋太史蔡默曰：昔有董父，食甚好龙，能求。是欲以饮食之，以服侍帝舜。帝赐姓曰董，谥曰幻龙。并见左传。奚仲，薛之祖也。是本曰：奚仲坐车。恒，恶也。周，元也。注坠：舜星号之，星号星号，时星号巧人也。见尚书。造父者，秦之先也，为周穆王欲华流，鹿耳之臣。非子亦秦之先，善养马。周孝王使助马于，谓之贤，马大翻袭，分土为附庸，益之于秦。并见史记。与养马人也。见周礼。左传曰：战于尧，晋襄公复秦求，使来居以歌斩之。求乎，来居。PG 1617。诗歌：郎沈取歌斩之，遂以为车右。沈因书反。助公父，公公也。却子曰：宋景公使公公为公，九年。来见公。公曰：为公义矣。对曰：臣今敬于公矣，献公而归，三日而死。公张公东向而射，始于西霜之山，及彭城之东，其余力亦尽，隐语于石梁。吕氏春秋曰：今人赐飞入江斩蛟。前书武帝时，吴丘寿王字子干，以善革舞呆滞。革舞，今之也。东方朔以善谈笑排忧的性。班固曰：朔应邪似忧。杜预著左传曰：忧，调戏也。著前书上官桀，武帝时为其门郎，从上甘泉，大风车不得行，解盖受劫，虽星号底，星号星号，风星号盖常属车。桑弘羊，洛阳古人也，以能星纪为侍中。于是公子仰首降阶，扭泥而毙。胡老乃阳横含笑，元情而歌。歌曰：恋于星稀敬太清，敌会浊兮存正灵。何夜唱兮神气凝，情至薄兮心亭亭，是欲习兮无由生。戳宇宙而遗俗兮，渺翩翩而独真。著扭泥，新绵也。扭因女六反，泥因泥。著恒，眉目之嫌也。著太清为天也。何夜为何其林夜也。亭亭，孤峻之往。戳游月也，因丑教反。建宁三年，辟司徒乔玄府，玄慎竟呆之。初补和平常。诏拜郎中，教书东关。千亿郎庸以荆棘去甚久远，文字多谬，俗如穿凿遗物。PG 1619。后学西平四年，乃与武官中郎将唐西典光禄大夫杨赐见。义大夫马日低一郎张训函说太史令丹阳等，奏求镇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庸乃自书星号，册星号星号，丹星号于碑，使公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如晚学，衔取正焉。即碑始立，其官。
是即摹写者，车臣日千余辆，田塞皆没。注唐熙，姓也。先贤行状曰：典字子度，颍川人，为西二长。注洛阳纪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西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低一郎蔡雍明。初，朝议以周郡相党，人情比周，乃至婚姻之家及两周人，是不得对乡兼邻。至是复有三户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幽蓟二州，久缺不补。雍上书曰：福建幽，蓟就壤，凯马索。初，彼年兵饥，建制空耗。今者百姓虚陷，万里萧条，却执金石，利人言属，而三伏选举，逾越不定。臣今怪其事，而论者云：必三户，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事，或复县以岁月，胡宜焉，以失市会。予以为三户之境，境之薄者，今旦身以威灵，明其县令，在人之人岂不戒惧，而当作设三户，自身留和谐。袭韩安国起自途中，朱买臣出于幽涧，并以才疑，还守本邦。又张敞亡命，着受巨州，岂复故寻三户，既以莫治乎？三公明之二州之要，所宜速定，当月进取。能以旧时弊，而不顾真诚之意，苟避轻为之苛，选用机智，以失其人。臣愿陛下上则先帝，捐除禁境，其诸州刺史弃用可。PG 1619。患者无居日月三户，以差绝中，书奏不审。住三户为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户为官也。谢臣书曰：始必千山阳太守，其妻具也薛氏女，以三户自上转拜平原乡是也。祝凯甲也。周礼考公记曰：燕无韩，韩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为韩，故无韩将也。左传曰：季之北土，马之所生。注献阴玄。注前书：安国自长如良人，作法抵罪，居无己，天子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企图中为两千石。买臣自翁子无人，家贫复兴卖以给食，歌欧道中，后拜会稽太守。注前书：敞字子高，河东人也，为京兆尹，坐与杨运后，善至免为庶人，从阙下亡命。数月，冀州部有大贼，天子思敞公，使使者召拜为冀州刺史。初，帝好学，自造黄溪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公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甲户，多引无形去意之徒，并呆至红都门下，西城方俗屡礼小事，帝甚悦之，呆以不赐之位。又是假小名，
为宣陵孝子者，复数十人，西除为郎中太子舍人。时平有雷霆疾风，伤树拔木，地震陨雹蝗虫之害。又鲜卑犯境，亦复及民。六年七月，致书引咎，告于臣各城镇，要所当施行。雍上封事曰：著说文曰：读书板也，长一尺。译文志曰：柳体者，古文其字篆书、隶书、谋篆、重书。音译曰 ：PG 1620。古文谓孔子毕中书也，其字即古文而异者也。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臣邈所作也。隶书亦臣邈所献，主于图隶，从简易也。谋篆为其文曲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重书谓为重邈之行，所以书翻姓也。臣服读甚止，虽周臣御封，训诸执事，宣王遭旱，密务之，谓无以获家。臣闻天降求异，原相而至，辟隶署发，待行诸繁多之所深也。封者天之号令，所以教人也。夫昭示上帝，则自怀多福；宗庙至敬，则鬼神倚者。国之大事，时先四典，天子圣公所当公事，臣自在宰辅，即备诸衣，银器五交，而车驾西出，四时至敬，屡违有司，虽有解除，犹为护费。故皇天不悦，显此诸异。弘范传曰：朕备得隐，绝奉法乌折目。坤为帝道，亦称安贞。阴气奋盛，则当敬。反动，法为下判。夫权不在上，则薄商务；朕有苛报，则虎狼食人；贪利伤民，则蝗虫损驾。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与月相破，兵士恶之。鲜卑犯塞，所从来远，今之出师，未见其力。上为天文，下逆人事。臣当博览西邑，从其安者。臣不甚愤满，谨调以所施行七事表作。著尚书金腾曰：秋大暑未获，天大雷电已风。王乃问诸使百执事。师大雅云汉篇序曰：宣王遇旱，侧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人书作云汉之诗以美之，密务之谓言勤劳戒惧也。著辟阴谱立反。史记曰：霹雳，阳气之动也。注意是风角曰：风者天之号令，所以遣告人君者。 PG 1621。注诗大雅曰：昭示上帝，欲怀多福，欲遂也，怀来也。注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注宰辅为司徒乔玄府也，朱衣为祭官也。汉官仪曰：汉家赤行，其者将告，因闻法反。注解除为谢过也。注意坤文言曰：地道也，七道也。其彖曰：安贞之极，应得无疆。注表左谓臣之于表左也，由今云如左如右。一是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祭下之节，引五帝于郊，所以导致神器，祈福丰年，清庙祭祀，追往孝敬，养老辟雍，世人礼化，皆帝者之大业，
祖宗所之奉也。而有私庶以藩国户，丧宫内产生，即立促小屋，履身既固。妾见南郊斋戒，谓常有废，至于他寺，折心异意。岂南郊卑而他寺尊哉？孝元皇帝册书曰：礼之至敬，莫重于祭，所以竭心清奉，以至素之者也。又缘何故时，复身先典，前后致书，推心恳策，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望礼敬之大，任敬祭之疏，居信小故，以窥大典。礼妻妾产者，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无废祭之文也。所谓宫中有醋，三月不祭者，为是庶人庶睹之事，共处其中。二，岂为皇居之况，臣妾之息哉？自今斋至宜如故典，树榻风亭求邀之意。祝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阵，故云明堂月令。四，立位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亲迎祭于其方，并祭其方之地，祭夏之末，祭中央地也。祝小屋未病即死也。PG 1622。祝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应典礼者，尚未闲置，其亦修于寺，以其丰年。又宗嗣武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四华祸，东柴代宗，为人祈福。祝礼记曰：妻将生子，即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夫斋则不入侧室之门也。祝以礼曰：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二是，臣闻国之将兴，至言数文，内知己政，外见民情，是故先帝虽有圣明之资，而有广求得失，又因求易，远隐幽隐，众贤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选，为言极见，不绝于朝。陛下亲政以来，平年求易，而未闻特举博选之旨，臣当思审述修旧。是使报中之臣斩其狂直，以解易传，正备得隐之言。三是，夫求贤之道，未必意图，或以德显，或以言扬，请者历朝之事，曾不以忠信鉴赏，恒被谤善之诛，遂始于下节口，莫图证词。郎中张文前读尽狂言，甚听纳受，以则三思。臣子旷然，悉数解阅。臣愚以为以拙文幼直，以劝忠简，宣声海内，博开正路。祝汉名臣奏张文上书，其略曰：春秋义曰，皇者贪扰之气所生，天意若曰贪狼之人蚕食百姓，若皇食何价而扰万民，受孽人者相报正若受而孽人。今房易传曰：小人不义而反尊荣，则虎食人，霹雳杀人，亦相报正，妄由喜怒。正以惠臣，行放于宠，推累意，探指求援，皆向于下贪狼，威教忘失，或苦蝗虫，以正西邪，清审选举，退平贪暴。鲁西宫小国诸侯，正修己，斥退邪臣，上获其报。六月甚与之应，岂况万臣之主，修善求贤，以举敦朴，以辅善政。
陛下体。尧舜之圣，秉独见之明，恢太平之业，敦经好学，留不远近。 PG 1623。 可留须于神律，则心好，可心好至太平，昭修真矣。至曰夏太，为司徒司空，夫睿不须至，求必有缘，正义不得，秉统位，明以昭妖伪，将何以昭显宪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当肃也，而各拱墨，气味有闻，将何以奉踏天意？心好旧，心好心好米，心好宁我人，其各悉心死所重改，勿消复之术，称正义焉。著右用事之变，为书要之官。四世夫司隶校尉诸州刺史，所以督察监网，分别白黑者也。福建幽州刺史杨希、益州刺史庞之、凉州刺史刘乾，各有奉公及奸之心，希等所纠，其所尤多，余皆枉饶，不能称职。或有报罪怀瑕，与下同籍，刚往持纵，莫相举察，公府台阁议，复默然。五年制书，一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写往者忧悸失色，未详思议，所应请袭。袭留相奏曰：夫执狐疑之计者，开于网之门，养不断之虑者，来谗邪之口。今使文善政，炫富变异，足令海内策夺朝政，宜追定八使，纠举非法，更选中卿，平章赏罚。三公遂进，差其殿罪，使吏之奉公之福，营私之祸，则希求之袁术可赛矣。著汉官仪曰：三公听采常吏赃否，人所疾苦，调奏之，是为举谣言者也。著与见前书，著平何也？张明也。五世成文古者取士，必使诸侯遂贡。孝武之士，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的人数录而已。夫书画辞赋，才知晓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设经术，听政于日，官审篇章，聊矣。 PG 1624。 由义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身尽力，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韵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排忧，或窃臣文，虚冒名士。臣每受诏于圣化门，差次陆地，其未及者，亦复随备接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俸禄，余意已弘，不可复使里人及士州郡。习孝宣惠诸儒于石渠，张帝及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忧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志远则逆，君子固当治其大者。著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共事。一是谓之优好德，再是谓之贤贤，三是谓之有功。著云：是由的也。著述录谓孝廉贤良文学之类也。著论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志远恐迷。郑玄著云：小道
如今诸子书也。泥为至宪不通，此庸矣。为孔子之言，当别有所惧也。六世，莫受常例，指点礼人，皆当以惠利为基，日月为劳。裸泽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无复能审，及其孩者多。赵拜一郎郎中，若弃用优美，不宜处之冗散。如有信故，自当及其行诛。岂有服罪具考，反求迁转，更相放所，臧否无章？先帝旧典，未尝有此。可皆断绝，以何真伪？著汉官仪曰：至六百时，同章莫受也。七世，福建前一切以宣陵孝子新号者，新号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至丧服三十六日，虽祭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志，不敢逾越。PG 1625。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信思之恩，又无禄事之实，恻隐私慕，情何原生？而于巨山林，假名称孝，行不隐心，一模所依，至有奸诡之人，通融其中。新号恒，新号新号桓，新号司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道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服其孤。虚伪杂秽，难得慎言。又前置的拜，后辈被疑，或经年龄次，以赞归见漏，或以人自待，亦蒙宠容。争讼怨恨，汹汹道路。太子官署宜搜选令德，岂有旦取？秋木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著周礼曰：丧助长大丧，及祖事官新号，及新号新号，乃新号载。遂欲之。郑玄著云：祖未将葬祖祭于庭，载未生就于车也。书奏帝乃亲迎弃北郊，即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臣位焉。光和元年，遂至洪都门学，化孔子籍。七十二弟子相，其诸身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诏，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是君子皆耻与为列焉。石妖亦数见，人相惊扰。其年七月，召赵雍与光禄大夫杨赐建议大夫马日低一郎张华太史令丹阳一经商门，引入崇德殿，始终常侍曹节王府就问求意及消改变故，所宜施行。雍悉心以对，是在五行天文志。又特召问曰：彼灾变护身，未知绝救，朝廷交心，载怀恐惧，每访于公卿事，数闻忠言，而各存阔囊，莫肯尽心。以雍经学深奥，故密特机问，以披露诗的，指陈政要，务有依为，自身疑会。具对经术，以造囊封上。雍对曰：臣服为陛下甚德允明。PG 1626。身道灾救，裸臣莫学，特垂访疾，非臣蝼蚁所能堪负。思臣书，写肝胆出命之秋，岂可以故患避害，使陛下不闻至戒哉？臣服思诸意，皆亡国之怪也。
天于大旱，因情不已，故屡出妖变，以当谴责，欲令人君感悟，改为吉安。今灾省之发，不于他所。远则门垣，近在四属，其为间界，可谓至切。泥惰激化，皆复人干政之所至也。前者如母照扰，贵重天下，生则滋葬谋于天府，死则秋木于园林，两子受封，兄弟典郡，续以永乐门。始获誉，一族陈设，又为奸邪。今者道路纷纷，复云有成大人者，察其风声，将为国患。移高为堤防，明设禁令，身为诏，或以为治戒。今甚意勤勤，思明邪政，而闻太尉张浩为欲所敬，光禄勋姓张，有名贪浊，又长水校尉赵炫，屯骑校尉盖深，并刀实性，荣富优足，一念小人在位之久，退思隐身避嫌之福。福建廷尉郭喜，醇厚老臣，光禄大夫乔玄，聪达方直，故太尉刘宠忠实守正，并以为谋主，数见访问。夫宰相大臣，君之四体，委任则臣，优劣已分，不宜听纳小吏，雕琢大臣也。右上方功绩之作，红都篇赋之文，可且消息，以示为忧。诗云：“为天之怒，不敢细喻；天界臣不可细也。”宰辅孝廉，世之高选。近者以辟诏不慎，切择三公，而今并以小文超取选，举开请托之门，为明王之典，悉心不厌，莫之敢言。臣愿陛下忍而决之，思为万机，以踏天望。圣朝既自约立，左右敬，臣亦宜从化。人自益损，以塞旧戒，则天道亏满，鬼神服迁矣。臣以愚干，感激忘身，感触忌讳，手书俱对。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祸。愿请臣表，无使尽忠之力，受愿兼仇。张奏帝懒而叹息，因起更衣，曹节于后妾视之。西宣与左右是岁漏漏，其为庸所裁处者，皆侧目思报。PG 1627。著洛阳记曰：南宫有崇德殿、太极殿，西有经商门也。著其至今王。续汉志曰：光和元年，赵问曰：连年黄。崇其旧焉在？雍对曰：易传云，大作不识天降求绝，旧黄重来。河图密真篇曰：地贪则震暴，利库则诸惨。生蝗虫，贪苛之所至也。又南宫侍中四，雌欲化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头冠尚未变。赵以问雍，对曰：冒之不公，则有祸。宣帝黄龙元年，为央公雌化为雄，不明无据。是岁元帝初即位，将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使家雌化为雄，据而名姜。是新号，岁新号后复晋为平阳侯，女立为后。至哀帝宴驾，后摄政。王莽以后兄子为大司马，由是为乱。臣妾推之，头为元首，人君之相。今一生已变，
未至于头而止，是将有其事而不遂臣之相也。若应之不精，朕魔所改，头官或臣为患之大也。著阔囊欲闭口而不言，亦曰阔囊无咎。王弼注云：阔节也。著汉官仪曰：凡章表皆起风，其言密室的造囊也。著扰因奴鸟反，著赵扰即或欲也。著信，信也，章名也。汉有信为著因玄，蔡邕即炫作玄。著尚书曰：君子在也，小人在位。著谓古公也。著雕琢由捐销以成其罪也。著宴服也，因一夜反。著亦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初，邕与司徒刘和素不相平，叔父篡位执右与将作大将。PG 1628。星号阳，星号星号阳，星号求有戏。求即中常侍臣黄女夫也，黄遂使人非章。言雍直述以私事请托于何，何不听，雍含隐切，至欲相中。于是诏下尚书，召雍结状。雍尚书自陈曰：臣被召问矣。大鸿胪刘和前为济阴太守，臣属吏张婉常修百日，何为私吏？又托河内郡吏李琦为州书左，及营户顾河南尹杨志是御史。胡母班何不为用志愿之状？臣真营不济，肝胆涂的，不知死命所在。妾自寻案，实属晚其不及至班，凡休假小吏，非结恨之本。与至阴家，岂敢深住私党？如臣父子欲相商县，当明言台阁，据臣恨状所愿，内无寸。是而谤书外发，以以臣对与何参宴。臣得以学问特蒙裸意，执事密管，操管御前，姓名冒状，为简慎心。今年七月，诏议经商门，问以求意，积诏升旨，又陈实言。陈实于干，为实忠敬，出命忘屈，不顾后害，遂讥刺公卿，内及宠臣，实欲矣。上对甚问，就消灾疫，归为陛下健康宁之计。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诽谤促至，便用一怪，尽心之力，岂得容哉？诏书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正私浅，除凶至极而言者，不蒙言纳之福，炫被陷破之祸。今皆渡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臣既复职，连见拔擢，未在上列。臣被蒙恩沃，数见访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门户，非复发纠奸服，不益国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的托名中，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臣之余荣，直当就患，但前者所对，直不及闻，而衰老白首，横见影带，随臣摧眉，并入坑坎，臣冤臣痛。臣一入牢狱，当为楚毒所迫，去以引章，此情何缘复闻？死其垂志，冒昧自沉，愿身当孤鹿。盖直不并坐，则生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为陛下加餐，为晚幸自爱。于是夏雍执于洛阳狱，何以仇怨奉公，亦害大臣，大不敬，弃世。世奏中常侍吕强敏雍无罪，请之，帝亦更思。 PG 1629其章有赵简死役等，与家属坤前喜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星号杨，星号星号杨，星号求使客追路次雍，客感其意，皆莫为用，求又路其不。主使家毒害，所路者反以其情借雍，故美的免焉。居五原安阳县，著直字子文，者汉直仪，著重商也，著修甲也。前书因义曰：“立病满百日，当免也。”著续汉志曰：“书左主干文书。”著雍及其奏曰：“雍属张婉常修百日，和甲晚五日。父属河南李齐为书左，何不为赵？”泰山党魁杨志与雍继父忏位职，对门九族职为尚书，迎护阿雍，令文书不绝，何被诏书考胡母班等，此与志为党，直及雍平议何问班所及，何不应，遂怀怨恨，欲避重伤何。志曰：“下司立校尉正处上。”雍即坐。其母班也，著基游池也，与卢通。著前在经商门对视之时，直为下邳乡，故不闻也。著去因促隐有隐却告人姓名，无可对问。张者今之表也。雍即曰：“光和元年，都官从事张树，以辛卯诏书收。”雍送洛阳诏狱，考吏张进谓雍曰：“沈君张云欲仇怨，未有所失，法令无此，以诏书又刊张家姓名，不得对乡指斥考试，君学多所见，古今如此，岂一事乎？”挞曰：“小事，吏遂引张为文书。陈贤案俗本有不解，引字或改为报，或改为款，并非也。注盖其也，注即西安阳县也，故城在今嵊州营城县。 PG 1630雍前在东关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纪，会遭事流离不及的臣，因上书自陈奏其所着十亿，分别守墓连至章左帝加其才高，会明年大赦，即又雍还本郡。雍自喜即归，凡九月焉。将九还路，五原太守王志见之，九酣，至其五属雍，雍不为报。志者中常侍王府弟也，素贵交，眠于宾客，苟雍曰：“徒敢侵我。”雍拂衣而去。志贤之密告雍愿于囚放，傍善朝廷，内宠恶之。雍虑促不免，乃亡命江海，远寄吴会，往来依泰山杨氏。积十二年，在吴著游前书时志也。雍别传曰：“雍习作汉纪时义未及奏上，遭事流离。”因上书自陈曰：“臣既到喜所，臣塞守封，直在厚望，忧不焦灼，无心能复操笔陈草，至章却停。臣之审朝不责臣谢，但怀于心有所不尽。臣自在不依，常以为汉书时至下晋王莽而止，
光武以来为纪纪传无序治者，臣所事师故。太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与臣，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维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庶天佑其中的备注作郎，见言时至皆当撰录。惠臣备罪，逐放边野，恐所怀随驱朽腐，抱恨皇权，遂不设施，仅先颠簸。苛条诸制，臣欲删定者以所当接续者四，前置所无臣欲著者五，即经典余书所以郡职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守目。并书张佐为陛下留神省察，臣谨因陵容常获与封赏，有虑利益第一，礼义第二，乐义第三，交祀义第四，天文义第五，车服义第六，著属犹劝也，应逐。著张志文士传曰：庸告吴人曰：吴袭长津会稽高迁亭，建屋传竹东贤第十六，可以为敌，取用果有一身福。涛长笛复续云：柯亭之官以竹为船，庸取为敌，其身独绝。后汉书1631也。吴人有烧铜以窜者，庸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秦，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秦焉。初，庸在陈留也，其邻人有以酒食召庸者，彼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弹琴于屏，庸至门室前听之，曰：喜以乐召我而友，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庸素为邦乡所宗，主人俱自追而问其故，庸俱以告，莫不兀然。弹琴者曰：我向古贤见唐梁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唐梁为之一前一阙，吾心悚然，唯恐唐梁之师之也，此岂为杀心而行于身者乎？庸观然而笑曰：此足以当之矣。著复玄秦复续曰：齐桓公有名秦曰号中，楚庄有名秦曰绕梁，司马相如、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著探身也，因奚。著武游怪也，因武。著官笑往也，因胡板反。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庸名高，辟之，称疾。不久，卓大怒，立曰：我力能足人，蔡邕遂眼见者，不炫种矣。又切赤州郡，举庸一府，庸不得已，道熟祭酒，甚见敬重。举高地，不是。PG 1630。御史又转持书御史、签尚书。三日之闲，周立三台，迁八郡。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董卓宾客不屈，亦欲尊卓比太公，称上父。卓谋之于庸，庸曰：太公福州受命减伤，故特为其号。今明公威德，臣为微微，然彼之上父，余亦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返旧京，然后议之。
擢从其言。辛号初平，辛号二年六月，地震，擢以问雍。雍对曰：“地动者，阴盛清扬，臣下愚智之所至也。”前春交天，供奉引车驾，成金华清盖，爪化两番，远近以为非宜。擢于是改成造盖车。著续汉志曰：“臣于大驾，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车、朱轮、清盖、金华爪、化幡、广雅幡、乡也。”著续汉志曰：“中两千石，两千石皆造盖，朱两幡。”擢众董雍才学，后相遇呆，美极艳，辄令雍鼓琴赞事，雍亦美存匡意。然擢多自横用，雍恨其言少从，未从帝鼓曰：“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继也。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鼓曰：“君壮亦恒人，每行观者盈极，以此自逆，不亦难乎？”雍乃止。及擢备诸，雍在司徒王允坐，叔不亦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斥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己侵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分，而怀其私欲，以望大节。今天诸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复廷尉治罪。雍臣辞谢，起秦守越卒，即成汉使。士大夫多相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低持往谓允曰：“伯皆旷世异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使，为一代大典。且中后汉书1633，孝肃者而所作无名，诸之吾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始作谤书，留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气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右主左右，既无益甚德，复使吾党蒙其善意。”日低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常事乎？善人，国之计也，制作国之典也，灭计废典，其能久乎？”雍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61，晋身诸如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室之事，谁与朕之？”兖州陈留。辛号文，辛号辛号贤，辛号皆画像而送焉。著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未迁所着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非独指武帝之身，及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算明，却孤之类是也。班固及云：“司马迁著书，臣一家之言，至以身现行，故为文刺激，贬损当世，非易事也。”其传及汉室，未见录以记后史。是作灵记及十义，又补诸列传42篇，因李榷之乱，淹没多不存。所着诗赋悲累名赞连珠真调论义独断劝学释会叙乐女训传义著文章表书记凡104篇，传于世。论曰：“意气之感，是所不能忘也。流疾之运，有身所共生，悲也。
当伯皆抱前纽，喜忧异，仰日月而不见照烛，临风尘而不得经过，其意岂及与平日性全人哉？即解行衣，窜瓯越前舟江壑，不知其远，结步深林，尚苦不觅，但愿北守旧丘，归还先陇，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书先下，分明往捷，信速三千。匡导既深，狂见吕革，资同人之先豪，得北守之后福。属其庆者，夫岂无怀？君子断行，尚或为之不举。后汉书1634。况国献苍族，律不先图，精勤变容，而伐同邪党，执政乃追。愿子长傍书留后，放此为录，为或闻之典型。驻留即皆放也，即因既立反，诸位破促之，令不得避风尘也。诸位三日之闲，未立三台也。诸亦同人挂曰：先豪跳而后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马亡入湖中，人皆吊之。叟曰：何之非福？居数月，其马引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叟曰：何之非祸？即家父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臂，人皆吊之。叟曰：何之非福？居一年，胡夷大入，丁壮皆战死者十九，其子独以跛之故，子父相保，见怀男子也。助庆为恩遇也，怀思也，何恩遇者，岂不思之乎？助左传正伯见国书曰：夫思寇行路，君为之不举。杜注云：不举胜传也。助执政为王允也。助放阴府往返，赞曰：既长七世，才通情耻，愿又典文刘月英记庸石木镜心经此起，赤言经商南楚北喜，及梁怀董名交生辉，助齿为杀帐女乐之类，英记为古琴吹笛之属也。助为对视于经商门，只斥而言，无隐晦也。助及梁卫荣因及梁继贵姓，为作西地宋。怀董为雍怀董。PG 1635。卓之恩也。交保也。PG 1636。后汉书卷61。左周皇列传第51。左雄字伯豪，南新号郡新号新号杨新号聂阳人也。安帝时，举孝廉，稍迁冀州刺史。周部多豪族，好请托，雄常闭门不与交通。奏按贪华2000石，摩索回济。勇见出，公车真拜一郎。时顺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阙。朕雄述言事，其辞深切。尚书仆射于许以雄有忠公节，尚书见之曰：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累多拱墨，以述恩为贤，敬节为余。至相戒曰：白璧不可为，荣荣多厚福。福见一郎左雄述上风事，至隐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时有王臣简简之节，周公摩陈王之风，以卓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意。由是拜雄尚书，再迁尚书令。尚书陈氏曰：
祝融融有何痛也？言不可独为白玉之倾斜，当与昔人何同？祝摩某也，即尚书立正，无一篇之类也。臣闻柔远何耳？莫大宁人，宁人之物；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处。是以夷陶对语，贵在知人。安人则惠，黎民怀之。分伯见侯，代位亲民，民用和睦，礼让以心。故诗 PG 1637云：有眼戚戚，心与戚戚。与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忧立昏乱，不自为政。裸宴用权，妻子党禁，咸鱼错序，生谷为邻。故其诗云：四国无政，不用其粮。又曰：哀今之人，胡为灰意？言人未立如灰意也。宗周既灭，六国并秦，坑如闽典，票革五等，更立郡县。县设令长，郡治守卫，十五相司，封使其名。大汉受命，虽未复古，然克甚数官，捐科旧弊，越以济南，抚而寻之。至于文景，天下康矣。臣由玄敬宽柔，克甚官人故也。降吉宣帝，兴于侧漏，综合名实，知时所病，刺史守乡，折清引荐，考察言行，信赏必罚。帝乃叹曰：民所以安而无怨者，正平力量也。与我共此者，其为粮两千石乎？以为利数变异，则下不安业，久于其事，则民服教化。其有正理者，则以喜书勉励，增至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以赐用之。是以力称其职，人安其业。汉室良吏，余资为盛，故能将来宜之锐，见忠心之公。祝尚书宜陶摩之词也。惠爱也，礼惜也，祝诗小雅也。晏因云也，戚戚云心貌，其徐也。言阴阳和，风雨时，先与公田，乃及私田。祝诗小雅赐幽王曰：不自为政，促劳百姓。祝裸宴为裸四也，宴色美也，妻子皆裸四之亲党，为皇甫为亲事，仲允为善夫，家伯为宰，藩为司徒，爵为去马，邹子为内史，与为师事也。厉王淫于色，妻子皆用，言妻党甚也。四国，四方之国也。灰意之性，见人则走，哀今之人皆如。PG 1638。是商时正事，见诗小雅。藩因方圆反，邹因侧流反，禹因济欲反，祝票萧也，五等为诸侯。祝史记：商鞅为秦定变法之令，令人十五而相慕思反，竟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杨雄长杨父曰：秦亚与其事，封使其人也。祝宣帝时奉皇无志，因以纪年。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尽凋敝，巧伪滋萌，下视其诈，上似其残。典臣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未杀害不孤为威风，
聚敛整变为贤能，以礼己安民为烈弱，以奉法循礼为不化。坤乾之禄，生于睚眦；赋诗之祸，成于喜怒。是民如寇仇，睡之如柴虎。兼思相背相望，与同即称见非不举，闻恶不察，官正于庭传，则成于僭越，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惧时，虚淡者获誉，居简者离讳。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思以求名。周载不复，进贡辟诏，踊跃升腾，超等于匹。或考奏不按，而王不受罪，会赦行路，复见洗涤。诸子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猾枉滥，轻忽去就，败除如流，缺动百数。相关布吏，执丝露薄，车马衣服，溢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送银繁费，损政商民。何其未洽，求审不消，就皆在此。今之莫受，有古之诸侯败绝王庭，于府有庸，而其余匹庶叛命必复，非所以重现明理，会欲圆圆也。臣愚以为首相常立，会何有险所者？可就增至，勿使以喜，非父母丧不得去官，其不从法尽，不是亡命，故之终身虽会赦令，不得迟列。若被合奏亡不就法者，喜加边郡，以成其后。相不亲民之力，皆用如身轻。白刃从政者，宽其赋算，增其制禄，吏职满岁，宰辅州郡。PG 1639。乃得辟举。如此，微服之禄塞，虚伪之端绝，送银之易损，赋敛之原习，循礼之力，得成其化，律土之名，各宁其所追配。文宣中心之贵，流光垂作，永世不堪。柱国语曰：丹亭见令影子长，与之语问处或惧。星号燕，星号星号马，星号归以与其弟曰：楚其王乎？吾见令尹如恶兽，柴虎焉，待必亡者也。柱向背相望，为前后相顾也。背因背柱欠扎也，为一岁柱离遭也。柱因罪前遁，以求高尚之名也。论语曰：色思举矣，言观前人之颜色也。注思见也，注调真也。注莫受未令长，即古自南之国也。注庸长也，注事用也，注任堪也，因人临反。注复欠也，算口前也。儒生未有品质，故宽之。注文帝宣帝也，文帝遭吕氏难，故亦云中心。帝感其言，身下有私，考其真伪，详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达正体，而幻术善权，终不能用。自是选代交互，令长乐亦迎新送旧，劳扰摩矣，或官寺空旷，无人暗示，每选不拒，乃至逃亡。永建三年，京师汉阳的皆阵列，水泉涌出。四年，司 PG 1640。继父有大水，雄推教求义，以为下人有逆上之争，
又上书言：一密违背，以四不逾。寻而清，即扬州盗贼连发数年，知贤海内扰乱。其后天下大赦，贼虽颇解，而官犹无备留。叛之余，数月复起。熊与仆射郭虔共上书，以为寇贼连年死。王太半一人犯法，举宗于王。宜及其上为开令改悔。若告党狱者，听除其罪。能诛斩者，名加其赏。书奏，并不审。祝天敬经曰：大水自平地出，破山杀人，其国有兵。又上言：宜崇经术，善修太学。帝从之。杨家元年，太学兴成，赵氏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原各十人。除经师及郡国其如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熊又上言：郡国孝廉，古之共事，出则载民，宣邪封教。若其面强，则摩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礼称强势。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议公府，诸绅士家法。文吏课兼奏，付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成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冒才异行，自可不拘年齿。帝从之，于是颁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书，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綦，不拘年齿，是故本郡已成充选，郎不能屈。熊诘之曰：习颜回文艺之时，孝廉文艺之己邪？书无以对，乃遣滥郡。于是既因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作谬举撵处，为汝南陈蕃、颍川李英、下邳陈求等三十余人的拜郎中，自是目守未立，莫敢轻举。弃于永嘉、察选清平，多得其人。PG 1641。著如有一家之学，故称家兴号、法兴号。著谢陈书曰：书字伯敬，广陵海西人也，宽裕博雅，好学乐道。随父盛在京师，钻孟氏义、春秋、公羊、礼记、周官，善宋太公六韬，交接英雄，常有壮志，举茂才，除渤海修令，千郎协都尉也。注解建顺帝纪。熊又奏真海内明如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身，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莲、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熊并奏拜童子郎，于是复书来学，云集经师。初，帝废为纪英王。乳母宋娥与黄门孙承等共议立帝，帝后以娥前有谋，遂封为山阳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将军梁商子，继相一侯。熊上封谥曰：夫列土封侯，王志所重。高皇帝曰：非刘氏不忘，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津、王胜等遂置的正之意。永建二年，封阴谋之功，又有日食之变，数数之事，贤归咎于封爵。金清周积虚，盗贼未袭，
民有伐绝，上求秉戴。陛下干干劳思，以济民为务，宜循古法，宁静无为，以求天意，以消求义。臣不宜追戮小恩，窥失大典。帝不听。熊复谏曰：臣闻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愚，然而立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谗愚蒙信者，盖听忠难，从于义也。夫行罪，人情之所甚恶，贵宠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时俗为忠者少，而习愚者多，故令人主述闻其美，悉知其过，迷而不悟，至于为亡。臣弗见诏书故念阿母救得素恩，欲特加显赏。按尚书故时，吾乳母决义之志，为先帝时阿母王胜为野王君，胜造生谗贼废吏之祸，身为天下所咀嚼，死为海内所欢快。桀纣贵为天子，而庸仆羞与为鄙者，以其无义也。一其见 PG 1642。为匹夫而王侯争与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公导曰：简以身律下，于僚真术，莫不向风，而与王胜并同爵号，俱为本操，失其长远。臣愚以为凡人之心，礼不相远，其所不安，古今义也。百姓深臣王胜亲父之祸，民蒙之命，为愚累卵，常惧。时事复有此类触涕之念，未离于心，恐惧之言，未绝乎口。岂如前意，遂以千万给奉阿母，内足以尽恩爱之欢，外可不为利民所怪。良计之风，是非积极，宜过求恶之运，然后平易可否？会复有地震，勾是山崩之意。熊复上书谏曰：先帝封野王君，汉阳地震，今封山阳君，而今臣复政，专政在阴，其求尤大。臣前后古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才，不可以官，宜还阿母之封，以塞求义。今既已高让，山阳君亦宜重其本节。雄言数切至，而亦未惧辞让，而帝恋恋不能已，促封之。后阿母遂以交媾失爵。是时大司农刘据以执事被遣，诏议尚书，传呼促部，又加以垂扑。熊上言九卿未雅三事，颁在大臣，行有佩玉之节，动有详叙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伐，皆非古典，帝从而改之。其后九卿无复垂扑者。自熊长纳言，多所匡素，每有章表奏议，台阁以为故事。迁司隶校尉著《礼记》曰：公侯配山玄玉而诸祖寿，大夫配水苍玉而资祖寿。初，熊见周举为尚书，举计称职，义者贤称焉，即在司隶。又举故计周刺史冯植以为将帅，而直常作赃受罪，举以此合奏熊。熊悦曰：吾常是冯植之父，而又与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韩爵之举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作法免，后复为尚书。永和三年卒。 PG 1643。著韩爵，韩献子也。
国语曰：“赵宣子举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何屈之意？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录之。宣子皆告诸大夫曰：“可贺我矣。”吾举绝也而终无，乃今之免于罪矣。周举字宣光，汝南汝阳人，陈留太守房之子。房在儒林传。举姿貌短陋，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故经师为之语曰：“吾今从衡州宣光。”言兴号西，兴号兴号光，兴号四年，辟司徒李和甫。时患者孙承等既立。顺帝诛灭朱颜，一郎臣谗以为严太后与帝无母子恩，以喜别馆，绝朝见。于臣义者咸以为疑。举谓何曰：“袭政武将谋杀严公，严公是之皇权，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绝，后感应考书毛交之言，寻父子道，书传美之。今诸言心诸太后忧，在离宫，若悲愁升级，一日不愚，主上将何以令于天下？如从禅意，后世归咎明公。一密表朝廷，令奉太后，律立于臣朝，尽如旧，以验天心，以踏人望。何及上书陈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东宫，太后由此以安。助镇武将身庄公及共叔段、爱叔段谋杀庄公。公视之曰：“不及皇权，无相见也。”继而悔之。引考书为引古风人曰：“若绝地及权，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遂为母子如初。事见左传。毛交是解见苏进传也。后长乐少府朱昌代何为司徒，举游为吏，时孙承等坐怀表上殿征公，帝怒，西徙封远县，敕洛阳令促其发遣。举说朱昌曰：“朝廷在西中下时，非孙承等其力，虽韩彭吴贾之功，何以加诸？今望其大德，戮其小过，如道路夭折，帝有杀功臣之机。即今未去，宜即表之。”昌曰：“今召怒。” PG 1644。二尚书以奏其事，无独表此，必治罪浅。举曰：“明公年过八十，未为台府，不于今时节中报国，其身安宠，欲以何求？禄位虽全，必陷佞邪之机，见而获罪，犹有忠贞之名。若举言不足采，请从此辞。”昌乃表谏，帝果从之。祝因丑良反，祝朝廷为顺帝也。孙承与王康等十八人谋于西中下，共立祭因王为顺帝也。祝韩信、彭越、吴汉、贾复也。举后举茂才为平丘令，尚书言当世得失，辞甚切正。尚书郭虔、应贺等见之叹息，共尚书称举忠直，欲帝制章欲作，以为归解。祝平丘县属陈留郡，祝张卫所上之书，举稍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脊之境，至其王月闲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市民每冬中折衣。
月寒时，莫敢烟窜，老小不堪，遂多死者。举祭道周，乃作调书以至子推之庙，言慎冬去火，残损民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于民，使还温时。于是熄火烧解，风俗颇革。祝兴续曰：晋文公反国，借子推无绝，遂去而知界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焚死。是巨梗公传龙兴木之谓也。春见东方，兴为大火，巨火之盛，故为之进火。俗传云子推以此日备 PG 1645焚而进火。注其事见环谈新论及汝南先贤传也。转冀州刺史。杨家三年，司隶校尉左雄荐举，征拜尚书。举与仆射黄琼同心辅政，民众朝廷，左右惮之。是岁河南三府大旱，五谷求商，天子亲自漏作德阳殿东乡请谕，又下司隶河南岛四河神名山大泽。诏书以举才学优生，特下策问曰：朕已不得，养成三统，夙兴夜寐，思挟大中，请年矣。来汉求履印，稼色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逊，王则未留。于思素餐，俱非其味。审所贬处，辨赋之真，决所何由。分别句对，物有所会。举对曰：臣闻一称天尊的碑，乾坤已定，二仪交构，乃生万物，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故圣人养之以君，臣之以化，顺四节之仪，是阴阳之和，使男女婚娶不过其时，包之以仁恩，导之以德教，示之以求义，训之以嘉祥。此先圣臣干养物之始也。夫阴阳必格，则二气否塞，二气否塞，则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则风雨不时，风雨不时，则水旱成丘。陛下处唐虞之位，未行尧舜之政，敬废文帝光武之法，而循王秦奢侈之欲，内积怨女，外有旷夫。今皇嗣不兴，东宫未立，商和逆礼，断绝人伦之所至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庶宦之人亦复须以行义，威武良家，娶女必之，至有白首莫无配偶，逆于天心。习武王入阴，出清公之女，陈汤遭囚，以六世克己，鲁西遇汉，而自责其语，皆以京城转祸为福。自哭汉以来，弥历年岁，未闻陛下改过之所，徒劳至尊暴露风尘，臣无意也。又下周郡其神至请习其有大汉，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谏曰：不可。 PG 1646夫河伯以水为臣国，鱼鳖为民庶，水尽鱼枯，岂不欲语，自是不能治也。陛下所行，但务其华，不循其实，犹怨木兮鱼，滥行求前。臣宜推性格正，重道辩惑，出后宫不育之女，理天下冤枉之，欲除太官众善之废。夫五品不逊，则在司徒，有非其位，宜即处斥。臣自藩外着典纳言，
学薄志浅，不足以对。易传曰：阳感天，不眩日，为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见举及尚书令陈义士、仆射黄琼，问以得失。举等并对以为：宜慎官人，去斥贪污，离远佞邪，循文帝之简，尊孝明之教，则时与必应。帝曰：百官贪污佞邪者为谁乎？举独对曰：臣从夏州，超备机密，不足以别于臣。然公卿大臣数有职言者，忠贞也；阿谀苟容者，佞邪也。司徒逝世六年，未闻有忠言异谋，于心在此。其后以事免司徒刘琦，迁举司隶校尉，助天统、地统、人统谓之三统。事见白无通，助尚书洪范曰：见用黄吉。孔安国著云：黄大也，吉中也，严厉大中之道而行之也，著五品五常之教也。书曰：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近夫五教在宽，逊亦逊之意。注末中也。注帝王纪曰：武王入殷，命召公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驴，出清宫之女于诸侯。注帝王纪曰：汤伐桀，后大汉七年，洛川桀，使人驰三足鼎铸于山川，曰：朕不结邪，使人及邪，包居行邪，产夫昌邪，公室容邪，女也行邪，何不与之及也？注解见杨后传 PG 1647。注晏子春秋之文，注元穆求鱼见孟子之文。韩诗外传曰：夫明镜所以照行，罔古所以知今，夫恶之罔古之所以为王，无意滥行而求逮于前人也。注一击懒图之文也，解巨狼以传也。注别因比列反，永和元年求义数见，省内恶之赵赵公卿中两千石，尚书一显清殿，问曰：言事者多云，习周公赦天子事，即薨。陈王欲以公礼葬之，天为动变；即更葬以天子之礼，即有反风之影。北乡侯卿为天子而葬以王礼，故数有求议，宜加尊事，列于朝暮。于臣议者多谓宜如诏旨。举独对曰：习周公有请命之应，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动威，以彰圣德。北乡侯本非正统奸臣所立，立不逾岁，年号未改，皇天不佑，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也不书葬。今北乡侯无他功德，以王礼葬之，于是以崇，不宜称事。求审之来，弗有此也。于是司徒皇上、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举义，帝从之。上自伯和，南郡人也，少立显位，亦以正事称。注尚书洪范五行传曰：周公死，陈王不图大礼，故天大雷雨，河掩，大木拔。即陈王务金藤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礼，生命鲁交，而天立复风雨，何驾尽起。注杜预注左传曰：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注子猛，周景王之子，子也鲁襄公之子。
春秋经书。王子猛蹙。杜元凯著云：未即位，故不言崩。又曰：秋九月癸巳，子也卒。著曰：不书葬，未成君也。PG 1648。举初为蜀郡太守，做事免。大将军梁商表为从事中郎，沈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四日，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即不往。商与卿议酣饮极欢，及酒阑唱罢，即以漏之歌作。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烘。商即笃，帝亲临幸，问以遗言。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臣从事中郎周举，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举见议大夫。祝州官曰：女巫长岁时服除性枕。郑玄云：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类也。司马彪续汉书曰：三月上巳，公人皆谐于东流水上，自洗濯服除为大谐也。著纂文曰：漏，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著漏歌曰：上漏何意期，漏兮明朝还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著左传曰：叔孙昭子与宋公语相弃，乐其退而告人曰：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惊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也？时连有求议，帝思商言，召举于显清殿，问以辨审。举对曰：陛下出力，遵修旧典，兴化治政，远近肃然。请年以来，稍为于前，朝多宠幸，禄不续得。观天察人，准经方古，臣可为惧。书曰：见衡阳弱，夫见差无度，则言不从而下不正；阳无以治，则上扰下节。宜密言周郡，察强宗大奸，以实情讨。其后江淮华贼周深、徐凤等处处并起，如举所陈。PG 1649。著尚书洪范之文也。孔安国著曰：君行见差，则长阳顺之也。时赵遣八十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举为侍中。举侍中杜桥、守光禄大夫周许、前清州刺史冯宪、尚书栾巴、侍御史张刚、兖州刺史郭尊、太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两千石有赃罪显明者，一马上之，莫受以下，便折收举。其有亲忠惠利，为百姓所安，以表义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郡举。于是合奏贪华，表见公卿，朝廷称之。迁河内太守，真为大鸿胪。及梁太后临朝，诏以商帝右崩，庙赐遗在顺帝下。太常马仿奏遗如诏书，建议大夫吕伯以为应一朝暮之序，先商帝，后顺帝。诏下公卿。举义曰：
春秋鲁闵公五子，庶兄西公戴笠。其子文公遂积息于闵上。孔子讥之，书曰：“有事于太庙，积息公。”传曰：“逆嗣也。”即定公正其序，今曰：“从嗣先公，为万世法也。今商帝在先，于治为父；舜帝在后，于亲为子。先后之义不可改，朝暮之序不可乱。吕伯亦是也。太后下诏从之。迁光禄勋，会遭母忧去职，后拜光禄大夫。注释见左氏传。注左氏传，从嗣先公。杜预云：“从舜也。”先公，闵公，西公也。将正二公之位，清静，故通言先公也。建和三年卒，朝廷以举清公量职，方欲以为宰相，深痛惜之，乃诏告光禄勋、汝南太守曰：“昔在前世，求贤如渴，封牧士闾，以光贤哲。故公叔建累、翁归蒙恕，所以昭忠立俗。” PG 1650。做饭后坤，故光禄大夫周举姓谋夷，于忠于隋管，前受牧守，及还纳言，出入京辇，有清灾之机，在境为有秘境之风，雨露乃熏，用灯酒列，方欲侍序百官，量协三事，不永肃中，用乖远途。朝廷悯道，良为创然。师不云乎？诏闵荣公，用息而止。其领将大夫以下道丧，发日赴会调，加赐钱十万，以金尾蛇素丝之节焉。子邪著上书曰：“武王入殷，封比干木，是商戎驴。”著公叔文子为大夫也。文子卒，其子须请示于君。君曰：“昔者魏国凶积，夫子为周与国之恶者，不亦会乎？魏国有难，夫子以其死为寡人，不亦争乎？夫子听魏国之政，修其班制，不亦闻乎？魏夫子争会闻。”子事见礼记，引翁归为右扶风，新号卒，新号宣帝下诏洛阳，赐金百金。班固曰：“翁归乘风，帝阳绝身。”故曰：“蒙恕也。”著伯夷，始于也。著随会管仲。著史记尧典曰：“兹时有二牧，清哉。”著师大雅也。诏谋也。闵吉也。荣汝也。奚次也。止福也。著 asterisk 师新号国风羔羊师，羔羊之皮，素丝无驼。退十字。公威蛇威蛇。著音骂。邪字俱甚，少上玄虚，以父任为郎，自免归家。父故立和。南赵魁为郡将，卑身将礼，致敬于邪。邪耻交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守举孝廉，父已即去。时梁冀贵甚，被其真命者，莫敢不应，为邪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 PG 1651。公车真，玄勋背礼，故辞废疾。常引处窜身，目老丹清净，度绝人事，向身荆棘，
时有余岁。至延熙二年，乃开门言兵，由谭彦乐及秋儿梁继珠，年中而协促，时年五十。蔡邕以为之，命自携曾祖父杨志携孙洵六世一生，皆知名云。黄琼字世英，江夏安六人，魏郡太守乡之子也。乡在文远。传琼初以父任为太子舍人，辞病不久，遭父忧，服阙五服俱辟，连年不应。永建中，公卿多见穷者，于是欲会稽贺淳、广汉阳后巨公车真。穷至伦氏，称疾不尽，有司何不尽，赵下县以礼未遣，遂不得已。先是征聘处事多不称望，礼固肃穆于穷，乃以书逆疑之曰：“文以度一落，尽在万岁亭，岂及是有见将圣王命乎？盖君子为博一爱，柳下惠不公，故传曰：不疑不讳，可否之贤？盖圣贤居身之所真也。臣遂欲整山七谷，拟祭朝游思，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呆尧舜之君，此为治世终无时矣。常闻语曰：摇摇者一缺，皎皎者一污。阳春之区，和者必寡，圣明之下，其实难复。晋鲁阳凡君被征出至朝廷，设坛席，犹呆神明，虽无大义，而言行所守无缺，而毁谤不留，应时者简者，岂非官听妄声，声名太甚乎？自请征聘之事，胡元安、薛孟长、朱仲昭、顾继鸿等，其功业皆摩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事纯道虚深。愿先生弘此远摩，令昔人叹服，亦雪此言耳。穷至即拜一郎，稍迁尚书仆射，著伦氏及下之伦国少康之意也。竹书纪年云：楚籍秦伐镇伦氏，今洛州故松阳县城市也。著万岁亭在今洛州故松阳县西北。武帝元丰元年，姓勾。PG 1652。是登泰市，闻山上呼万岁生者三，因以名焉。著《论语》孔子曰：“伯夷，疏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未六，下惠少廉将至辱身，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郑玄注云：“不为夷，其之轻；不为惠，廉之屈。故曰异于是也。”著宋玉对楚襄王问曰：“客有歌于饮中者，为下礼八人。国中属而合者数千人，为阳春白雪；属而合者不过数百人。是其曲高，其何寡？”著凡君，凡音也。是句音传。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及后居职，达练官曹真一朝堂，莫能抗夺。时连有求意，琼上书顺帝曰：“贤者以来，卦位错谬，寒玉相干，蒙气数星，日暗月散，原知天意，待不虚然。必下移开时事，暗河落，外命史官西条上永建以前至汉初求意，与永建以后弃于今日，孰为多少？
又使近臣儒者参考政事，数见公卿查问得失，诸无功德者宜皆斥处。臣前颇陈求审，并见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褒及会稽贺淳、广汉阳后魏蒙御审。福建楚氏八郡黄错、汉阳任堂年皆其牒，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见引志著重大化，于是有诏公车侦错等。注意干凿度曰：求卦主岁数常以太岁为岁纪岁，七十六为一纪，二十纪为一部首，即至积部首岁数加所入纪岁数，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数二卦而得一岁，未算及主岁之卦也。注蒙阴暗也，散位不精明。注时是藏书之府，河洛图书之文也。注论语曰：作者七人。注云：魏伯夷书其余。 PG 1653。仲夷亦朱章柳下惠少廉。三年，大旱，穷父上书曰：习鲁西遇旱，以六世自让。公节俭，婢女业，于禅宁者十三人，诸睡民受祸者九人，退舍南郊。天力大雨，今亦一顾审政事，有所损却，勿存直简，以一明听。上方御府，其除繁废，明斥近臣，使尊法度，如有不宜，是以好恶。数见公卿引纳如是，访以正化，使臣得失。又囚徒上机，多致死亡，亦足以感伤和气，招降求汉。若改必从善，则用加谋，则求消福至矣。书奏引荐德阳殿，始终常是以穷奏书属主者施行。注春秋考义游曰：西宫之时，雨则不数，比于九月，宫大惊惧，虑于陈岛山川，以六过自让，处女业，放下禅宁郭兜、辛浩之、辛浩等十三人，朱领人之力受获陆兆柱等九人。曰：孤载寡人，方今天旱，也无身价，寡人当死，百姓何谤，请以身载无状也。自帝即位以后，不行吉田之礼，穷以国之大典，不以酒废。尚书奏曰：自古圣帝哲王，莫不进功名嗣，增至福祥，故必公交庙之礼，清吉田之情，以先于盟，律劝农工。西周宣王卜及千亩，国文公以为大基，促有将荣之难，终损忠心之名。妾见陛下尊击鼓之宏业，体前素以应天，顺时奉元，怀柔百神。朝夕处尘埃于道路，昼暮临树阵以恤人。虽失永成汤之不代皇，书美文王之不暇时，臣不能加。今庙祀事却，而其古邪斋之是尽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屡动圣功，以为清根之礼，可得而废。臣闻先望至典，吉田有日，司徒贤介，司空除谈。先十五日，有邪风之应，王及斋公，享礼载累，臣重之也。自 PG 1654。癸巳以来，人西北风，甘泽不及，寒凉上节。迎春东郊，即不公卿先农之礼，
所宜自勉，以逆何期，以制时风。亦曰：君子自强不息，思其道也。叔奏，帝从之。柱国语曰：宣王即位，不及千亩。国文公谏曰：夫人知大事在农，上帝之资甚于是乎出，故即为太官。古者太史舜，食密土，农祥臣正日月，抵于天庙。先十九日，太史告祭曰：阳气俱真，土高其动，祭矣。告王，王即斋公，百官御事。王更衣，颁三支，庶人终于千亩。王弗听，后失败祭于姜氏之戎，因弗发反。著诗商颂曰：不见不滥，不敢戴皇。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黄霞时也。著西北风曰：不周风，亦曰立风，见吕氏春秋也。著五经通义曰：八风者，八卦之气。八风以时至，则阴阳变化之道成，万物得以时欲生之。著干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请之，迁尚书令。穷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立于取士之意，犹有所疑，乃奏曾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尽施行。右雄前一举立先士之于公府，右副之于端门，后上书张慎奏除此科。穷父上言：副士之作，将以臣洗清浊，副时虚烂，不宜改革。帝乃止。初为魏郡太守，稍迁太常和平中，以选入侍讲进中。元嘉元年，迁司空。桓帝御裸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两千时以上会议其礼，特进湖广、太常、阳浦、司隶校尉筑田、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勋德，其制度赖赏，以一比周公。西之 PG 1655。山川土田富庸，穷独建议曰：既前以轻盈之劳，增益三千，又其子印一家封赏。袭周公府襄城王，治理作乐，化治太平，是以大起土语，开得七百。今诸侯以户邑为治，不以礼数为限。萧何时高祖于泗水，或光定亲为以兴国，皆以户增封以显其功。既可比邓禹、何时四县赏赐之差，同于霍光，使天下之赏必当功，绝不悦得。朝廷从之，既亦以为恨，会以地动策免，复为太仆。著诗鲁颂曰：王曰叔父，见序元子，比侯于鲁，起序土域为周氏府，乃命鲁公比侯于东西之山川土田富庸。著云：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著礼记明堂谓曰：周公向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有。若周公见天子位，以礼天下。七年，至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隔车千乘。命鲁公事事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也。著高祖为祀上廷常，萧何佐之，后拜何为相国，亦封武前虎。
或光废昌邑王、立宣帝，后亦封光万七千户。永兴元年，迁司徒，转太尉。梁冀前后所托辟诏，亦无所用。虽有善人而为祭所事举者，亦不加命。延熙元年，以日食免，复为大司农。明年，梁冀被诛，太尉胡广、司徒韩衍、司空孙朗皆作阿附免费，复拜琼为太尉，以师父之恩而不阿梁。是，乃封为抗乡侯一千户。琼辞即让封六七上，言只肯策，乃许之。梁冀既诛，琼守居公位，举奏州郡肃行贪污致死喜者十余人，海内尤氏悉然望之。寻而武侯擅权，轻动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称疾不起。四年，以寇贼免。其年复为司空。秋，以地震免。PG 1656。著说文云：抗，颍川县也。汉颍川有州城修侯国，元十二年更名曰抗，因抗驻武侯卫左冠、徐晃等。七年，即笃，上书谏曰：臣闻天者勿刚其气，君者勿强其政。是以王者处高自持，不可不安，屡为任利，不可不惧。夫自持不安则颠，任力不惧则为。故圣人身高居上，则以得意为首；设为导亲，则以贤者为利。唐尧以德化为冠冕，以祭器为经历。高而易崇，动而越惧，此先圣所以长守万国，保其社稷者也。习高皇帝应天顺民，奋谏而亡，扫除秦相，革命创制，降德留作。至于哀贫，而地道不刚，比政日乱，遂使奸佞擅朝，外戚专恣。所官不以仁义为冕，所导不以贤佐为利，终至颠绝，灭绝汉作。天为凌迟，民鬼惨创，赖皇干眷命，言德复辉。光武以圣武天挺，继统兴业，创基兵叛之上，立足止极之灵，着贤于西隅之中，化功于无形之事，崇礼义于交争，循道化于乱离。是自立高而不轻，任立为而不跌，心腹宏作，开见中心，光背八极，垂名无穷。至于中叶，盛业渐衰。陛下初从藩国，原生地位，天下世睦，未见太平。而即位以来，未有圣政。诸梁秉权，数患冲朝，众风累直，轻动朝廷，轻笑幕首之选，皆出其门，羽毛尺阁，明珠南京之宝，应满其事，复你王府，一回天地。言之者必足，复之者必荣。忠臣俱死而渡口，万夫不惑而目舌，塞陛下耳目之名，更为龙骨之主。故太尉李固、杜桥忠以直言，得以辅政，念国亡身，与莫为报，而作陈国义，遂见残灭。咸鱼切痛，海内伤惧。右前白马令李云直言宦官。PG 1657。罪会遗诸，皆因昔人之心，以救积心之弊。弘农杜熙之云：所言宜行，
据云以终获罪，故尚书丞李之起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国家，恕云豁免。而云既不孤，昔又并坐，天下犹痛，亦以怨结，故朝野之人以终为悔。昔赵杀民毒，孔子临河而返，夫复朝破卵，则凤凰不祥，哭声夭胎，则麒麟不贞。臣物类相感，理使其然。尚书周永，其为配令，素事良，即信其威仪，作事当罪，越拜令职。见计将衰，乃扬悔事中，遂因奸计，一取封侯。又黄门邪邪，于被相党，自计兴盛，复被相亲，朝夕图谋，共构奸诡。临计当诛，无可设巧，复计其恶，以要爵赏。陛下不加亲臣，审别真伪，复与忠臣并实显风，使诸子共色，粉末杂糅，所谓指金玉于沙砾，遂归避于泥土。四方闻之，莫不愤叹。昔岑子大笑，慈母投注，薄其至贤，终于流放。夫谗于所举，无高而不可伸，阿党相异，无身而不可伦，可不察于臣至顽奴，是何国恩？身轻未重，情不不过，然惧于有末，复信一生，敢以垂决之日，臣不讳之言。数有万分，无恨三全。其年卒，时年七十九。赠车骑将军，谥曰忠侯。孙婉助叛兵欲为县，止疾遇艰难，助行赵也，言未有天下之兆，画或作书也，助音甚也，助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助作因才握反，助假意上书曰夫报火错之机心之下而请其上，火未及然，因未之安，方今之政何以一此也。著史记曰孔子将西见赵简子，至于何而文斗民毒顺 PG 1658。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洋洋，秋之不计此命也。夫斗民毒顺华敬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得志而杀之。秋闻枯胎杀妖，则麒麟不至交叟，合则而鱼，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祥，合则君子会伤其类也。是亦见孔子家语文也。著止头也，因止注解见寇戎传，注说怨曰亡国子前母子伯齐，后母子伯封，后母欲齐子立为太子，说王曰伯齐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齐于后园，妾过其旁，王上台视之，即可知，王如其言。伯齐入园，后母因取封时数至单衣中，过伯齐边曰封是我，伯齐就衣中取封杀之，王尧见之，乃逐伯齐也。著三者数之极，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人之极数，故以三为名者，取其生之极也。晚字子衍，少师父，早而便会，祖父穷，初为魏郡太守，
建和元年正月日时，京师不见而穷以状闻。太后召问所食多少，穷思其对而未知所况。晚年七岁，再谤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穷大惊，即以其言应召，而生其爱之。后穷为司徒，晚以公孙拜童子郎，辞病不救，知名京师。时司空审允有疾，穷遣晚后问会江夏上蛮贼是父府，允发书事毕。为系婉曰：“江夏大邦，而蛮多事少。”婉奉守对曰：“蛮夷华夏，则在司空。”因服衣辞去。允甚其之，祝父本义公府也。PG 1659。稍迁武官中郎将，时陈蕃为光禄勋，深乡静呆，数与议事。就至，光禄举三蜀郎，以高公九次才德游异者为茂才四行。时权父子弟多以人事的举，而平约守制者以穷退见疑，京师为之遥曰：“欲的不能，光禄茂才。”于是晚翻同心显用致仕平原刘淳、河东诸山蜀郡英参等，并以才行盟举。翻晚遂为全副郎所见重伤，是下御史中陈王畅是御史刁伟。伟畅诉众翻晚不举其事，而左右副县以朋党，畅作左转一郎而免藩官，晚委惧禁锢，祝九次为九居官次也。祝能因乃来反，委字子荣，彭城人。后陈蕃被征，而言事者多送委复拜一郎，迁尚书。在朝有耿直节，初为鲁东海二郡相，姓抗力，有名略，所在称神，常以法度自诊，家人莫见堕容焉。晚被废弃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尚书见晚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一郎，擢为青州刺史、佥事中。中平初，初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将、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周进刁残，晚讨及平之，威声大振。振既为天下表，封官内侯。即董卓秉政，以晚名臣，征为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卓亦迁都长安，晚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晚退而博弈之曰：“习周公赢洛邑以宁基，光武不东都以龙汉，天之所起，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宜妄有牵动，以窥四海之望？”时人惧卓暴怒，晚必即害，故见之。晚对曰：“习白公作乱于楚，屈卢冒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齐，晏婴不惧其盟，吾虽不得，臣慕古人。” PG 1660。之节晚进作免，卓由尽其明德救卒，不敢害。后与杨彪同拜光禄大夫，即徙西都，转司隶校尉，与司徒王允同谋诛卓。及卓将李榷、郭汜攻破长安，遂收宛下狱死，时年52。祝兴续曰：“白公甚兴好，杀兴好，兴好将士，兴好除惠王，王出王。”令尹、司马皆死，甚拔而属之于屈卢曰：“子与我
将舍子。不我欲，将杀子。屈卢曰：师有志曰，默默格雷，言于。条眉，凯替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杀子叔父而求福于卢也。可乎？且吾闻之，知命之事，见利不动，临死则死，是谓人臣之理。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竭乎？子胡不推之？白公甚乃入其焉。注解见冯衍传。论曰：古者诸侯遂共事，尽贤受上赏，非贤贬爵土。深知司马辩论其才，论定然后观之，任官然后录之。故王者的其人，尽是劝其行，今邦鸿物所有久矣。汉初赵举贤良，方正周俊察孝廉，秀才思义共事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洁，直直，清白，敦厚之属。荣禄既广，绝望难才，自是窃民委服，竟已流尽全门贵士，请业繁星。自左雄任事，现年恃才，虽颇有不密，故亦因时时宜。而黄琼、胡广、张衡、崔苑之徒，泥至旧方，互相诡薄。寻明者屈其短，算时者挺其所。故雄在上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前，称为的人，思义所识之真乎？顺帝使以同若反正，而号令自出，知能任使，故事得用情，天下永永养其风采。遂乃被玄勋玉帛，以聘南阳樊英，天子降请殿，设坛席，上书奉引，言问师德，及登贤之举，须降己之礼。于是处事比身，望其居如福金任贺，以弃金车之招矣。至乃因能成风，俊逸。PG 1661。贤士若李固、周举之渊谟鸿升，左雄、黄琼之正事真固，还燕、杨后以儒学进，崔苑、马融以文章显，吴又、苏张、仲浩、栾八牧民之良干，庞参、与许将帅之鸿归，王公、张浩虚心矣。推事张刚、杜桥直道以究为，郎以阴阳详密，张衡基术特妙。东京之事，余资甚焉。向使庙堂纳其高谋，强新号、敞新号、新号、义新号、宣其智力，唯卧容其简辞，举措秉其成事，则武宣之诡，起其远而诗云：靡不有出，先客有终，可为恨哉。即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黄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英弥逢滚雀、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插见人伦，陈仲公弘道下义，其余鸿儒远志，高兴邪行，激扬风流者不可甚言。而思道莫正，文武临对，在朝者以正义因路，谢世者以党固志求。往车虽折，而来枕方求。所以亲而未颠，绝而未愧，岂非人人君子心立之为乎？呜呼！注尚书大传曰：古者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共事，一事谓之好德，在世谓之贤贤，
三世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赐矣。车服公使，号曰命。诸侯有不共事，谓之不律政，亦不是谓之过。在不是谓之傲，三不是谓之污。污者，天子处之，一处以决，在处以地，三处而决的必也。住居如有贬狭也，住而与辞也。论语曰，其不徇私，事事远而著硕大也。著弥逢有补合也。诗曰，鲧之有雀，为众山甫补之。著广雅曰，求己也。赞曰，雄作纳言，古之八元。举身以会，月自下翻。登 PG 1662。朝李政，并书求婚。穷民诉之，累张国疵。晚意早秀，未及至差。著会累也。亦曰，以其会贞吉。会因为著书解也，因事于反。著疵病也。著志亦差喘，不能遂也。差因处以反。PG 1663。《后汉书》卷62。荀韩忠臣列传第52。荀叔字季和，颍川颍阴人辛号也，辛号荀卿十一世孙也。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而周礼称其之人。著清明况，赵人也。为楚兰陵令。著书22篇，号荀。卿子必宣帝讳，故改曰孙也。安帝时，征拜郎中，后在迁当涂长，去职还乡里。当世明显李固、李英等皆失踪之。及梁太后临朝，有日食地震之变。赵公卿举贤良方阵，光禄勋渡桥，少府房直举书对策，讥刺贵。信为大将军梁冀所寄，出补朗陵侯相。独侍明礼，称为神。君请之，弃官归，闲居养志。产业每增，则以善宗族之友。年67，建和三年卒。李英时为尚书，自表失丧。二县皆为立祠。有子八人，简、滚、进、涛、汪、爽、素、专，并有名称。时人谓辛号之，辛号八龙。著当涂县名，故城在今宣州。著续汉书曰，书对策讥刺梁氏，故出也。著礼记曰，世师无犯无隐，左右救养无方，服情至心。心丧三年也。PG 1664。著滚因坤，涛因道，汪因乌光反。说文云，汪深广也，俗本改作著，非专本或作夫。初，荀氏旧李明西豪，引因令渤海院康以为袭高阳氏友。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礼曰高阳礼。著今许州城内西南有荀叔故宅，相传云即旧西豪礼也。著左传曰，袭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仓叔、颓竹、陶友、大林、蒙将、庭坚、仲荣、舒达。竟有志行，不仕，年50而终，号曰玄行先生。著皇甫谧高士传曰，竟字叔慈，少有俊才，动之以礼。晋帝爽亦以才显于当时。或问汝南许章曰，
爽与敬孰贤？张曰：皆欲也。辞明外朗，书辞内润，急促，学士习之。累进者26人。引因令秋真追号敬曰：玄行先生也。叔兄子玉字伯条，谭字元志，玉为沛乡，谭为广陵太守。兄弟皆正身极恶，至除烟患。其之党宾客有在二郡者，欠罪毕。朱玉后共大将军窦武谋诛中官，与李英俱死。谭亦禁锢终身。爽字慈明，亦名虚。幼儿好学，年12，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单思经书，庆调不行，真命不应。应川为之语曰：巡视八龙，慈明无双。注音习汝反。PG1665。延熙九年，太常召典举爽至校，拜郎中。对策臣骈仪曰：臣闻之于师曰：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则火亡，其精在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效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效也。故汉至使天下送孝经，选吏举孝廉。夫丧亲自敬，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2010，三年之丧不得即去，待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客称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简，故有遗诏以日一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志虽有损益，而量案之理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疑其亲。今公卿于僚皆政教所沾，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被死忘生者惜矣。曾子曰：人未有自治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贺诸焉。昔丞相狄方敬以自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36日而除。夫师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后俗，笃化之道也。事师一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助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为孝。注一说卦曰：离为火，为日也。注平帝时，王莽作书八篇诫子孙，令学官以教授，力能送者比孝经。因亦云：言用之德，选举之也。注敬畏敬其哀戚也。注一牵挂九三爻，劳谦君子，有终极。PG1666。注疑望也。注释见《论语》：志由敬也，吉也。注左氏传臧武仲之言。